我们再等一下委员哈。奥委会出席委员八元已足法定人数，谢谢。那我们宣布开会，先请议事人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度。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2月7日星期三上午9时4分至下午1时15分，12月8日星期四上午9时1分至11时22分，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2人，列席委员陈欧珀等23人。列席人员：12月7日，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烛及所属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曾焕栋；12月8日，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曾焕栋；主席吕召集委员玉林。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12月7日星期三讨论事项：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家安全局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烛报告，委员罗志镇等9人质询，均由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烛及所属及其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国家安全局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二，委员吕孙林及林昌佐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机密部分审查结果逆略；四、公开部分审查结果，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
第72项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二目没入及没收财物32万元照列，第三目赔偿收入612000元增列40万元，改列为101万2000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88项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一目财产孳息14万照列，第四目废旧物资售价115000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85项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二目杂项收入653万6000元照列，税出部分第九款第二项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二目情报行政原列8亿6972万8000元减列，花湖一行政管理272万元，含业务费向下水电费10万元，资讯服务费20万元，物品50万元，一般事务费10万元，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费10万元，设备及投资向下资讯软硬体设备费10万元，奖补助费向下奖励及慰问162万元。以上除奖励及慰问162万元外，其余科目均自行调整。刮胡二情报教育训练向下业务费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刮胡三情报建筑及设备400万元，含设备及投资100万元，设备及投资向下资讯软硬体设备费300万元，科目均自行调整，共计减列692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8亿6280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22项，请参阅并请翻至第12页。五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审查完竣，审查结果送财政委员会汇报后提报院会，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吕召集委员玉林出席说明。12月8日星期四讨论事项：一、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机密部分；二、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公开部分。外交部部长李大为报告，委员陈廷飞等7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及其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外交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其限者，从其所定。二、委员江启臣及吕孙林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机密部分审查结果密略。四、公开部分审查结果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68项外交部第一目赔偿收入181万元照列，第69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赔偿收入无列数，第70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罚金罚还及代金无列数，第三款规费收入第61项领事事务局原列36亿0220万元，增列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向下证照费5000万元，改列为36亿5220万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84项外交部第一目财产孳息2270万元照列，第二目财产售价无列数，第三目废旧物资售价658万5000元照列，第85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财产孳息无列数，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第86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第81项外交部第一目杂项收入5亿9457万9000元照列，第82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杂项收入682万2000元照列，第83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杂项收入39万元照列。税出部分第八款外交部主管不含机密部分，第一项外交部不含第九目外交支出机密预算原列224亿4576万1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596万3000元，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123万4000元，档案及资讯处理450万元，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事务管理项下业务费49000元及特别费115000元，桃园国际机场接待室基本行政维持165000元。以上除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事务管理项下特别费外，其余科目均自行调整。第二目外交业务第一节外交业务管理550万元，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及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推动公众外交及办理重要外交文宣业务等经费100万元，及订阅外文期刊报章杂志购买与业务相关之书刊及舆情资讯研搜等费用100万元，外交领事人员进修2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
第三幕驻外机构业务800万4000元，含驻外实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800万元，除驻利比亚代表处经费728万2000元外，其余经费科目自行调整。驻外文化中心基本行政工作维持4000元。第四幕国际会议及交流项下出国访问3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2246万7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24亿2329万4000元。第二项领事事务局原列148,966万9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费中特别费15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48,965万4000元。第三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原列8582万6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59万元，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项下奖补助费9万元。第二目外交领事人员讲习第一节外交领事人员训练项下短期进修专业训练及国际交流10000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6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8522万6000元。五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审查完竣，审查结果送财政委员会会诊后提报院会，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吕召集委员玉林出席说明。以上宣读。好，请问在场委员对于上次的会议记录有没有任何遗漏或错误的地方？没有，那我们就确定。那接下来我们请议事人宣读今日的议程报告及讨论事项。宣读议事日程报告及讨论事项。二、宣读之院会交付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国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等二案。刮胡一、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预算冻结800万元案。刮胡二、一般装备项下采购及外购军品作业费预算冻结1/4案。三、处理院会交付国防部函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5年度预算决议，冻结劳务成本项下用人费用11亿0501万元，及冻结管理及总部费用项下用人费用3亿6194万元，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一案。四、处理肖明怀军等人民请愿案。讨论事项一、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关于国防部主管非营业基金、刮胡一作业基金、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国军老旧眷村改建基金、刮胡二资本计划基金、国军营舍及设施改建基金。二、处理院会交付国防部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一般装备项下一般通电装备中建龙级潜电电站系统性能提升案预算冻结1/10案。三、处理院会交付国防部函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5年度预算决议，劳务成本之服务费如服务成本项下会费捐助补助分担与交流活动费中捐助补助与奖助冻结1000万元案。四、处理院会交付国防部函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5年度预算决议，公共关系费冻结998万5000元案。以上宣读。好，那各位，有关报告事项，国防部国防政策规划及督导、采购及外国军品作业费以及中山科学研究院两项用人的费用等冻结案有4案。那书面报告已送达本会的全体委员，请问委员是否同意解冻？好，没问题，那我们就同意解冻，谢谢。另外还有一位，肖明奎人民的请愿案一案，是否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7条第二项规定来处理，可以吗？好，可以，那我们就照这个规定来处理，谢谢。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与会的立委跟官员，现在在场的有王定宇王委员，吕一林吕委员。江启臣江委员、刘世芳刘委员、蔡适应蔡委员。那接下来介绍今天出席的国防部的官员。首先，部长冯世宽冯部长，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蒲泽春蒲上将，空军常务次长薄鸿辉薄中将，总督察室代理副总督察长朱华昌先生，政务办公室代主任韩刚明先生。主计局局长陈国胜中将，政治作战局局长温征国中将，军备局代局长张忠诚少将，军医局局长吴一昌中将，
战略规划司司长吴宝坤先生，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正奇先生，法律事务司司长林纯美女士，整合评估司司长严正国中将，全民防卫动员室代主任蔡忠诚少将，国防采购室代主任黄希如少将，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延溥中将，情报参谋次长室次长张延廷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江正忠中将，后勤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崔忠杰少将，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李廷胜少将，训练参谋次长室次长莫佑明中将，陆军司令部参谋长白杰龙中将，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中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范大伟中将，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李世国少将，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冯毅少将，陆军后勤指挥部参谋长陈生在少将，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冠群中将，飞弹指挥部指挥官谢家康少将，以及我们行政院主计总处林秀春科长，谢谢。那现在就请国防部长洪部长就国防部主管三项作业基金来做口头报告。事关应邀到大院列席报告，深感荣幸，承蒙各位委员先进对本部附属单位的预算支持与督促，使各项国防事务均能顺利推动，在此谨致上最高的敬意与谢忱。本部主管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国军老旧眷村改建基金及国军营舍设施改建基金等三个特种基金，均依照设置目的妥适规划运用，逐步提升营运效能。以下仅就各基金执行重要工作及成效再报如后。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目前在武器装备生产及完善官兵照顾等既有业务基础上，各项营运均稳健推展，为落实国防自主与振兴国防产业，将持续精进军品研发、产制及维修作业效能，提升国防战备能量。另在落实官兵照顾方面，积极充实国军医疗设备资源，恒持推展各项服务工作与福利的措施，建构优质服役的环境。国军老旧眷村改建基金致力推动老旧眷村改建及眷村文化保存，改善眷户居住环境，落实达成军人安家政策。国军营舍及设施改建基金配合国家土地活化政策，并结合国军兵力精简及募兵制之推动，办理军事工程、老旧营舍及职务宿舍整建等工作，改善官兵生活品质。本部三个特种基金秉持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原则，将持续提升各项营运成效，完善各项照护任务，同时强化募兵配套作为，使官兵安心服役，努力从事战训本务工作。另配合本次议程，有关本部及中科院办理预算解冻及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等案，针对委员关切个案执行的现况、检讨与精进作为等事项，均已依决议事项要求完成书面报告，
呈送大院，恳请各位委员先进不吝指教并鼎力支持，详细预算编列情形请各基金主管单位依序提出报告，敬请指导。报告完毕。好，谢谢。来，请说明。来，局长。国金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106年度附属单位预算报告，报告人竹艺局局长陈国胜，主席各委员先进。国金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下辖生产、医疗服务、福利及文教、军人储蓄、副食供应等六个事业，主要任务为应用国防自主能量，建立武器装备产制体系，提升国军医院医疗品质，提供官兵与民众医疗服务，应用国军服务设施，倡导官兵正当休闲活动，推展福利及文娱活动，报道军事新闻及政策宣教，代办储蓄存款业务，提供官兵理财服务，统筹国军副食品采购，落实副食供应政策等。现仅就106年度业务计划及预算编列情形，摘要报告如后：一、业务计划概况。因应营运管理需要，本基金依业务属性及专业分工原则，细分生产等六个事业，并明确各事业管理机构组织层级之事前分工，以提升管理及财务综效。各事业依设立宗旨与任务，设定营运目标如下：一、生产事业，以国防自主、精品国造为目标，建立武器装备自制生产供应链体系，确保国军各项精品获得。年度计划生产兵工类产品563项，经理类产品32项，测量类及制图类产品8298项。二、医疗事业，配合政府医疗政策，办理国军官兵健属与民众医疗照护，并加强医学研究，以提升国军医院医疗能量及服务品质。年度计划提供病患门诊医疗服务547万余人次，住院医疗服务168万余人次，及病患膳食服务110万余人次。三、服务事业，应用国军服务设施，以企业化管理经营方式，提供官兵、国军官兵健属正当休闲环境。年度计划提供餐饮服务49万余人次，住宿服务6万余人次，及球场服务9万余人次。四、福利及文教事业，统筹国军福利品供应配销，报导军事重要演训，国内外要闻及政策先导，并推广国军文艺活动。年度计划提供国军官兵军容件福利品配销4亿余元，发行报刊828万余份。五、军人储蓄事业，代办军人储蓄存款业务，辅导并提供国军官兵理财服务。年度计划办理军人储蓄存款335亿余元。六、副食供应事业，统筹国军实行供应，本专业化后勤管理，专责副食品采购、供配等业务。106年度计划办理国军官兵副食品统筹办购，1亿2750万人次。二、预算编列情形。一、收支预算编列情形，业务收入272亿9366万6000元，业务成本与费用266亿7396万5000元，业务外收入5亿1519万3000元，业务外费用1亿3451万4000元，年度剩余10亿38万元。二、一处拨补情形，本期剩余10亿38万元，前期温配剩余2156万元，合计10亿2194万元。剩余分配，提存公积2亿元，结缴国库净额7亿4448万元，合计9亿4448万元。未分配剩余7746万元。三、财务状况分析，本基金106年底预计资产总额563亿6152万8000元，负债总额134亿5247万5000元，净值429亿905万3000元。四、构建固定资产预算，106年度编列12亿9429万2000元，项目如后：土地1亿8965万5000元，房屋及建筑1123万9000元，机械及设备10亿204万7000元，交通及运输设备1347万5000元，
十项设备7,787,600元。三、决议，本基金自设立以来，以专业管理为导向，永续经营为目标，有效支援国防施政及三军战备需求，恳请各委员先进指教，并鼎力支持，并使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各项任务根续顺利推动。报告完毕，恭请指导。好，谢谢。券改基金。国军老旧眷村改建基金106年度附属单位预算案报告，报告人政战局局长文正国。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国军老旧眷村改建基金系依据85年公布之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设立，其目的在办理旧制老旧眷村改建安置眷户以及提供优惠贷款等相关事项，除照顾原眷户、违占建户外，于100年12月30日修订眷改条例部分条文，将现役志愿役官兵纳入架设对象，及增订眷村文化保存业务，并配合现阶段土地活化政策，释出眷村土地，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达成照顾官兵及去化基金余屋之目标。针对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727号解释，对于不同意改建眷户之权益，应通盘检讨已决，经大院委员及本部提案修正眷改条例第22条之一，业于105年11月30日，经总统公布，并于同年12月2日生效。不同意改建眷户，得依地方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拆迁补偿标准，于配合搬迁后给予补偿。本基金原规划88处改建基地，预划安置69517户，于101年度修正为新建86处改建基地，安置69547户，目前已全数完成86处改建基地安置的眷户作业，未来将持续对于选择以签购国眷宅或自行领款方式之眷户辅导完成安置。106年度业务计划概况：一、辅助原眷户15户签购已完工改建基地，需款1532万4000元；二、辅导眷户签购国眷宅或市场成屋246户，需款3亿8999万4千元；三、眷户自行领款安置计478户，需款8亿5976万7千元。零星余屋架设现役官兵计336户，需款12亿5802万5千元；五、商服设施标售计83户，需款8亿4417万9千元；六、文化性资产活化经营及维管计6处，本年度需款4400万元，合计106年度需款34亿1128万9千元。106年度预算编列情形：业务收入26亿2041万5千元，业务成本与费用36亿5044万9千元，业外收入2亿3626万9千元，业外费用11亿4744万7千元。本年度短措19亿4121万2千元。本基金为根续办理安置眷户、余屋架设现役志愿役官兵、眷村文化保存、偿还融资债务及土地活化处分，以及不同意改建户、眷户处理等相关业务，课征依行政院核定修正之国军老旧眷村改建计划即融资计划，积极以多元活化资产方式运用眷改土地创造收益，提升筹措资金效率，达成债务偿还目标。结语：本基金执行老旧眷村改建工作，主要为加速更新国军老旧眷村，提高土地经济效益，活络国内经济，改善都市景观，且无需增加国库负担，是一项多目标多效益之公共政策，此为国家经济发展之重要一环，其请各位委员先进指导，并鼎力支持，必力前述目标之达成。报告完毕，恭请指导。谢谢。接下来军备局报告营改基金，请。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报告国军营舍及设施改建基金，报告人军备局代理局长张忠诚。自101年度起，为有效运用国防资源，强化政府土地活化政策，扩大基金运用，将一般军事工程及设施预算纳入本基金，更名为国军营舍及设施改建基金，推展国军营舍及设施改建工作，改善官兵生活品质。本基金成立迄今，已完成101处营区及设施整迁建的工作，配合国家重大建设的新建，完成新竹市笃行营区等5处不适用的营地释出。现正办理台南摊商营区、台中市丰岩联包厂等营地的迁建作业。业务计划系执行不适用营地处分、老旧营舍改整建、工程及设施整建、博爱分案为主，就各项业务及预算编列概况提出报告。第一是业务计划概况，以不适用营地的处分情形，结合国军兵力精简政策，将小营区归并大营区，所余土地因应地方发展及国家政经建设的释出，并配合政府推行土地活化政策，有效促进土地的使用价值。本基金依行政院专案核定不适用营地纳入基金裁员清册作为处分的依据，执行成效如后。已奉行政院纳定的基金来源清册计409案，659公顷，已完成标售的计149案，含地上权的标租约311公顷，处分得款约610余元。第二，老旧营舍整建工程，配合本部推行募兵制及都市发展及区域计划实施，办理营区整建及职务宿舍的整建等，以照顾国军官兵生活的基本需要，兼具维护都市的景观。第三，工程及设施的整建计划，为有效运用国防资源，配合国防战备任务需要，自101年度起，逐年编列经费办理整新建国军的工程设施。第四，博爱专案，本案系配合国军的金石案执行及国防二法施行，将国防部及空军司令部迁建台北大直，另国防大学迁建桃园八德，已完成验收并完成搬迁的作业。二，预算编列的情形，第一，基金来源编列了79亿1756万余元，在财产收入方面，以处分不适用营地为主，计58亿3260万。政府拨入的收入，依行政院核定的拆迁补偿费作价拨入数2亿5997万余元，另国库拨款部分系依据行政院核定北投营区及第二弹总库营区有偿拨用18亿642万余元。合计20亿6640万余元，其他收入计1690万。在基金用途方面，编列了48亿3629万余元，包含博爱专案编列3亿166万余元，老旧营舍整建编列了29亿3450万余元，工程及设施整建编列了14亿4981万。一般行政管理计划编列了1亿5031万余元。三、结语，本基金在大院的支持下，本部将依既定的计划行程，做好各项的营舍及设施改建的工作，改善官兵生活品质。恳请各位委员先进指教并鼎力支持，备立国军营舍设施改建基金顺利推动。报告完毕，恭请指导。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跟礼拜三是一次会哈，那今天主要是针对询答的部分来进行处理，然后礼拜三我们在全天进行预算的审查跟决议的审查，所以我们今天询答开始，原立本会的委员8+2分钟，啊，然后非本会的委员6+2分钟，我们10点半发言，登记截止，好，先请第一位蔡世英蔡委员。主席人们请部长就备询台，请冯部长。
委员早。哎，部长早安哈。我想昨天整天的媒体都在报道关于中国的解放军这个在台湾海峡的台湾的东部这个飞行的事情，我想部长你们也有发现到这个事情嘛？好，来，我首先还是要问一下几个很关心的议题哈。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国防部有主动发布新闻稿，没错吧？我想以前也有过，以前有过，这一次是我看大家媒体对于这一次我方国防部主动发布新闻稿哈，看起来是还蛮整个还蛮有肯定的一个态度哈。我想这边哈几个字不晓得那个部长你有没有看得到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要请教，就是说我们国防部发布了这个新闻稿之后，我发现跟其他几个单位所发表出来的内容有点差异。这个第一个主要是战机的数量的问题哈。根据这个我们自己的新闻稿发布的，大概有十余架的战机，好，那日本公布的是六架。那我想说，部长能不能就你的了解，哈，到底这个前几天的这个飞行，哈，在台湾的这个周遭海域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到底有几台战斗机？中国派出多少台啊？个人的了解，还是空军要来讲一下？还是这个事情我来这个回答。是，我们先看看日本公布六架，它中间呢，就有许多的隐瞒，表示说他不愿意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公布，一方面让中共啊可能摸索不到，到底日本对于他们出动的兵力啊，是不是能够完全掌握，那么你看我们的公布的兵力比他们多，而且我们不确实的数字啊不加以公布，这也是一种谋略，我不愿意把我的能力通通瀑布在这个中共的这个了解状况之下，所以这个呢，我想双方都是对的。好，那这样子好，那部长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我了解部长你刚才讲的意思，可是实务上他总共几台飞机接近台湾的海域或者绕到台湾的东部，这个公布与否或者明确的点出有几辆的战斗机或者几台运输机等等，部长你觉得这个有他的一个有它的必要说不公布，有它的必要性吗？非常必要，是，因为这牵涉到许多我们这一个侦监、侦控，还有掌握的一个能力，跟方式，我想我们不应该把这些透露出去。所以这些部分，就国防部的立场还是保留就对了。是的， okay, 我想您对我们一定很有信心。OK， 那我了解，但至少他这次是从北往南飞，没错吧？看到中日本公布的是这样子嘛，齁，日本从北往南飞。好，那里面有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做这样的一个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齁，我们国防部啊，对我的空军未来是不是有规划做这样的一个比较远程的一个战斗机的飞行训练？我想我们假如要规划的话，可能不会像这样规划，第一个我们没有需要是跨越到 ADIZ 外面去，因为日方跟我们并没有邦交。是。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战训中间呢，我们以本务为主。所谓本务，就是以坚决的力量跟我们的实力，来做我们这个防空作战的准备。所以认为没有这个需要做远程的训练嘛？好，那再接下来哈，就部长你来看哈，这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你认为这个中国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训练或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密集度会增加吗？还是你认为说只是暂时性，以后应该会再降下来？我想这要看到这个第一岛链呢政治情况的演变，它的文攻武吓，我们不否认它会增加，会增加有可能性，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下一次，哦，因为有媒体在报道，或者有所谓的军事专家在分析，这几次的飞行大概都是他的轰炸机跟电侦机。就是跨越台湾的东部嘛，战斗机好像还没有伴飞，那因为战斗机航程的关系，未来会不会有可能空中加油机也会在下一次的阶段里面跟着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演练，或者是战斗机也伴飞，有没有可能，啊，站在我们调敌从宽的立场，我们不排除这些可能性，不排除这个状况。如果以中国目前的苏凯30搭配空中加油机在台湾的东方海域做伴飞空中加油，他们是做得到的吗？是的，是做得到的，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有可能性的一个做法就对了嘛，好，是的。那如果那这样齁，这几个问题再请教一下部长，就是说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个想法齁，
因为我记得在前年吧，去年还是前年，这个美方有一台战斗机曾经迫降在台南的空军基地嘛，对不对？好，那我刚刚就问了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假设，好、哦，假设这个中国的军机做这种远洋的训练，它绕过台湾的东部，不论是往北飞或南飞，这过程当中都没有相关的军事设施或岛屿嘛，哈、哦，最近的岛屿就是台湾。如果假设它发生中国的军机啊，在推动这个演练过程当中，如果有发生机械故障，它要求迫降的话，向台湾申请的话，那我们会拒绝还是人道救援，还是就把它击落算了，还是怎么样？我们在上个月底是曾经在我们的太平岛做一个人道救援的一个超演演练与昭示于周边的国家。嗯，我想假如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既然两方还没有发生战争的行为，没错，我们应该以人道救援的心理来接纳，并且希望他尽速的能够修复完了以后离开，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想法。就是说，还是如果在还非暂时的交战状态的话，我方还是会以人道救援为主嘛，哎，没错嘛，哈，对的。OK， 我想这个是嘛，因为这几面为什么要特别请教一下部长，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在东方的几个机场有一些是还蛮敏感的空军基地嘛，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基于一些想定的准则。也许有可能这个状况，也许不会，我不晓得啦齁。遇到这个，也许有遇到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就我空军国防部来讲，也许要规划好一个所谓的一个 SOP 的标准程序来面对这个可能发生的情形。那如同刚刚部长所讲的，我想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之下，我们还是以人道救援为主嘛。是的，以人道的行程为主。好，那再下来齁，我想问一下我方的态度齁。第一个齁，媒体有报道有一个联翔超演，我想请部长说明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联翔超演。这个联翔超演是我们抗光演习啊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一个三军联合作战是，但是所以跟这个事情无关，不是无关，是而是我们没有启动这样的机制哦，没有启动就对了，是不是？那部长可以就您今天在备询台能不能就你可以说明的部分，联翔超演可以大概说明一下吗？还是这个不能说？联翔超演可以说的，这就是我们海空、陆空、空空的这种作战联合作战整体作战就对了，对的。好，那另外我想问一下哈，这个中国的战机逼近的时候，我方的战机有起飞嘛？对不对？是的。好，有起飞。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战机起飞有挂弹吗？还是无挂弹？当然有挂弹。有挂弹哈，因为有人在说我们的战机是不是空包机哈，所以我想部长这边要说明，我们有挂弹的战机嘛？是不是？是有挂弹的战机哈。那我想问一下哈，有人在问说，那我们空军的幻象2000不是很强吗？为什么这几次好像空军幻象2000都没有起飞？是 F-16 跟 IDF 还是也有？这个公布，我们有起飞的，有起飞，而且我们没有对外公布哦。何况那就不要再讲了，因为你再讲它就会变公布了。OK， 好，那再下来我再问哈，最后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会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说幻象2000有问题啊，所以不能起飞哈。所以我这也是假设性问题，我请部长跟空军参谋长来陈述一下哈。因为我们的金国号战机啊，大概从1994年到2020年，大概隔了15年推行了终极寿程的延寿计划嘛。我们的 F-16 大概2001年开始到2017年16年提了一个凤展计划，但是我们的幻象2000从1998年开始成军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19年20年的时间，到目前都没有中寿期的一个计划，所以大家才会据此推断说幻象2000现在不大能飞。我想部长跟参谋长要不要做这个部分，就国人很关心的部分来说明一下。我想对这种新闻呢，连中共都不看，我们自然有我们。战略的准备，这个幻象机它的性能呢，远超过其他的战机，远超过其他的战机哈。部长你应该没开过嘛哈，你有开过吗？我没有开过幻象，幻象没开过嘛，但是部长对幻象的性能是很肯定的，就对了，非常了解，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就对了，没有。好，那参谋长你在旁边嘛，你也可以确认部长讲的这，因为你现在现职是你主管管的部分。是上一次委员会的时候，你们跟委员报没有问题，就绝对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好。那最后一个我想问一下哈，部长你有去美国华府访问过吗？上任以后还没有，还没有哈。但是20年前我在那边当武官，有这边当武官嘛。那2017国防授权法通过之后，未来部长有没有机会到华府访问呢、啊希望有这个机会，对不对？是的。到目前为止你可以说明一下，我方派接曾经到华府访问的军方的副部长有去过吗？我想
副部长有吗？有的，上次才去开过会而已嘛，对不 对, 对, 对，两位副部长都有去过了嘛，就剩下部长还没去过而已，是不是？我想应该有机会吧，应该有机会哈。所以部长如果有这个机会，借着美国新的国防授权法通过的话，增加台美的军事交流，尤其部长就是我们中美台美断交之后第一个访问华府的国防部部长。好，以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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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请罗志政委员。谢谢主席，可以请冯部长。赵委早安。部长早，辛苦了这几天啊，因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多的因应的做法。部长先请问一下哈，因为还是有些资讯不是很清楚，因为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到底日方有没有发射的所谓的干扰弹的部分或干扰的作为，我们全程掌控，对不对？到底有没有？中国说有，日本说没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我们第三方的角度，我们不用帮中国背书，也不用帮日本背书，客观上来讲，到底有没有？他们是有的，但是他们的战机非常的接近，非常接近，对的。大概有多近？我想依据日本的习性，一个他们都希望能够接近到能够把它拍摄出来，它的影像，而且把它的号码都拍摄出来，所以相当近哦，相当的近。但的确是有发射干扰弹，我想应该是的，应该是有还是应该是有了哈，所以我们方式有掌握的，是的。OK， 好，接下来请问部长哈，刚才部长说请记者帮你拍帅一点，这张还蛮帅的哈，很有这个霸气哈。部长，你第一时间就到横山指挥所，对不对？是的。有没有进去？因为你们发言人有讲有、哦。是的。部长，上一次十月二十五号你没有进去，对不对？十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五那一次也第一次绕台的时候，没有进去嘛？是，那次我到乌丘去了，到马祖跟乌丘。所以以后只要绕台，你就要进横山吗？不一定，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对，我就是要问，我们 SOP 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启动我们经常战备阶段的一种机制。我们的高情官可能会变成副总长含以上的，提升到这个地步。所以部长，你今天因为中共军绕台，所以进横山是特例，还是说以后变成你的 SOP？ 我想啊，不是特例，而是我应该是看战况就应该进去。所以这一次你觉得有必要进去了？这次我们是事先呢就猜在预判，他应该这次是顺时钟的航行。所以一开始。第一时间是什么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我们在我进去的时间。对，就是我现在讲的第一时间，就是对方开始出来之后，我们就判断他可能绕台湾一圈，对不对？是的。所以我们就进去了。是的。请问一下参谋总长有没有进去？参谋长有进去的。也有进去。是的。OK，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作为，所以必须要做一些必要的因应，对不对？是的。OK， 好。所以这未必是未来的 SOP 了。部长看实际需要再决定要不要进横山。是的。OK， 好。刚才提到联想的部分，当然我从媒体看到里面部分的解释，我同意了。就在监控过程当中，也没有必要把我们说的参数就送给他们嘛。是的。因为他们事实上有监控监侦的一个作为在那边，所以没有必要。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即便在我们 ADG 之外 ，ADIG 之外，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监控甚至击落对方。我当然讲是有的，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是的。帮我们九鹏的演练在干嘛，对不对？对的。所以有这个能力可以击落。是的。所以如果对方真的进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乃至于领空的话，我们的飞弹绝对有能力击落，对不对？是的，没有错哈，有这个信心。是的。OK， 好。部长，我们主要谈一下这次绕台的意涵，因为我们可能认为未来这会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的动作。部长，你同意吗？是的。密度。跟这个强度会不会有可能增加？包括刚才提到空中加油的部分，以料敌从宽的这种想法，应该是会。好，我先问一下部长，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或最近以来，中共的空中加油机有没有参加过演训过？有过的，有的。这次有没有？这次没有，没有嘛？好，所以的确，事实上在过去是有空中加油机参加过演训过。是的，所以它的长程的投射的能力是有在展现当中，是都逐渐在增加。OK，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密度跟强度未来是有可能提升的。是的，所以我们的因应的作为有可能要必要做调整哦。我想我们已经在这里在做了。OK， 好，是的。
部长，我们先谈它的军事意涵，因为刚才提到有两个，一个是军事的意涵，一个叫政治的意涵。从 军事的角度，部长，你觉得这样的绕台的动作，军事上的意义是什么？我真不想公开来。好，那不要讲。好，不论是反介入啦、区域主角啊等等，这个的确它有这个目的存在了哈。那我们谈政治意涵了，部长，它的政治的信息是要传递什么？我只讲我们对我们的好了，好对我们就好。对日本、美国的，我想他们去讲，我们讲我们对我们的政治意涵是什么？是，我想不外乎文攻武赫，而且这几年他们的军力的增长，也展示出来他们有这个能力。假如要犯台的话，是多方向的、多方位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惕。那么就是文攻武赫。那部长时间点上呢？为什么挑这个时间点？有没有特别的意涵？还是觉得自然的结果？这不是自然的结果，因为它年度上面有计划做几次，那么正好这是美国大选以后，然后又是川普跟我们蔡总统通过话以后，这个时间点有点巧合。假如十二月份他再做的话呢，那它的意涵就可能比较特殊。如果十二月在年底之前再做一次呢，这个意涵是什么？我想他们可能在验收他们这一个整个计划中间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所以未来有可能，如果你这个密度的话，那未来有可能一个月一次哦。嗯，应该不至于。不排除，我们要料敌从宽，不排除。OK， 好，部长，我们最终还是要思考一下，我们到底如何回应这些新的变化。是的，啊，尤其在军事上，或乃至于政治上，政治上但不在部长的一个规划里面。谈军事上来讲哈，我们谈状况的想定好了。刚才那个蔡委员提到，就是说，如果军机中共的军机因为所谓的故障啦、机械故障迫降啊等等的，部长还记得EP3的事件吧？知道，2001年是。你刚才提到日本跟中国军机是非常近的，是的，而且搞不好有互相挑衅的作为也有可能啊，因为这个年轻的驾驶就跟当时 EP3一样，摆个什么手势啊，或者说讲什么话，就开始出现这种所谓逼近的情况，甚至发生了擦撞。部长，如果日中的军机，在这个区域，我们北边区域发生的这种军机的这种擦撞也好，必须要迫降台湾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人道的角度来思考，是不是？我非常不想评论，但是呢，假如发生这种状况，我们有能力去人道救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放弃。好，部长，我想问，这种状况想定，我们有没有虑定过？有没有？我们在兵棋推演中间都有，是有的，兵推里面是有，是的，对不对？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不要讲说这个擦撞了，如果双方在空中因为追逐啊、交战啊，或者是甚至可能的一些动作之后，某方日方或者中方误入我们的领空呢？我们这是有没有可能的？非常可能的。对啊，非常可能啊。是的。那这种想定有没有虑定过？有吧？当初我们就有想定中间呢都有设定。就是我们会警告，我们会给他做一个等于说是一个近距离的监控，警告他你已经进入我的 ADIZ， 并且威胁到我的防空安全。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 SOP 都已经有了，一定有的。好，那东岸的部分呢？包括在内，就是我们整个防空识别区内都有这样的机制。Okay. 好，部长，这么多的事件啊，其实啊，我们很多要强调是到底我们即将出炉的所谓 QDR 也好啦，国防战略报告等等，到底有没有把这些新的可能状况列入我们的这个报告里面哈？也就是我们到底我们新的战略跟战术是什么东西？这张图啊，大家部长可能看过，就 Google 上面啊说把台湾所有飞弹部署的这个点都把它列出来了。那有人认为台湾目前战略上一个很重要，就是把台湾变成一只所谓的毒蝎也好啦，刺猬也好，让对方啊如果必须要采取这种冒进的行动的话，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部长，我们新的战略到底，上次你提过十二月底草案应该快出来了，是的，快出来没有？快了，快了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这个讯息或者是调整，我们可以做心理准备的？我想到时公布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OK， 部长有信心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满意。我想有机会我你不用讲100分了哈，但是就说部长，你应该觉得这个新的战略出现之后，你觉得国人应该感到有信心？是的。是的吧？是的，啊，因为台湾跟以色列还有少数几个国家是飞弹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我们也是。对，我说包括台湾跟以色列嘛。是的。换句话说，这个空军当然很重要了，
但飞弹是一个很重要贺主的一个作用。是。所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如果军机再次在我们台湾附近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甚至挑衅动作的话，我们绝对有这个能力来做必要的一个回应，对不对？是的。所以用飞弹把这些打下来，的确是我们的可能的因应的战略跟想定。想定之一。想定之一。好，那问个问题，美国有一些媒体甚至用一个最极端的说法说，台湾其他军种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买更多的飞弹，你同意吗？那个是我极不同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1982年。为什么？我们想到贝卡山谷战役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沙乌地。那么我看到了这个所有叙利亚的扇飞弹起飞以后被以色列的干扰，然后通通像这个花生米一样的掉落在地面，接着就是他的战机起飞也是被他的 UAV 干扰，不能够找到真正敌机的位置，因此他一天之内就被打落击落了82架之多。所以我想那种思想30年以后我们不应该采用，尤其是未来电侦作战这一块可能是越来越成为互相这个干扰也好了，互相这个 counter offensive 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的。所以不能只仰赖飞弹了，是其他的也是非常重要。是的。OK， 好，谢谢部长。是，谢谢。我们请刘世芳刘委。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部长好吗？部长请。刘委员早。部长您辛苦了，谢谢。您什么时候出横山指挥所的？不好讲，反正就是今天要来备询之前就要出来就对了啦。是。好 ，OK， 好，好吧。那个我先谢谢部长啊，就是我们的国军老旧眷村的条例修改通过，11月30日的时候呢，总统已经公布。我很希望说国军能够真正落实啊，照顾这个老旧眷村里面的各个袍泽哈。是的。那这个非常谢谢哈。那我想我今天还是会就那个刚刚啊几位委员所关心的问题啊，来问那个我们的部长哈。部长，您看过中国国防部所发布的新闻稿吗？有的。好，中国国防部所发布的新闻稿特别告诫各界，就说他们是在中国空军飞机经过宫古海峡空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性的远海训练。好，这个跟上一次呢我们的李副部长来这边谈论到说，未来啊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啊会变成是一个常态性。好，所以事实上对台湾的威胁是在增加，您同意吗？同意。好。那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在最近这两次11月25日跟12月10日呢，我们的国防部呢曾经发布这样的新闻稿，然后之前就完全没有发布？之前呢它只是南跟北这样的做一个长远航的这个训练，那么这两次啊从11月25日开始它是绕行于台湾了，而且它把兵力啊不但有掩护，而且能够在长程的这种航行中间还有天干机来征收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讯息，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提高警觉，也应该有必要让我们全国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国防在这里时时都在战备。那是不是跟不同的总统有关系？跟这个没有关系。我跟部长报告一下哈。是。我这边有知道的资料，就是说过去3年来啊，好，这个中国军机啊不管有没有绕行台湾的东部或西部，至少经过我们北部的宫古海峡，很多人认为它是国际上的一个公海或是空域，但是呢从今年的1月31日、4月20日、8月18日、8月19日、9月25日、10月27日，加上有绕台的两次11月25日跟12月10日，确实是经过宫古海峡，这其中有3次呢是对马海峡，当然是在日韩那边。那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说中国啊是不是继经济崛起以后呢开始做军事的崛起，而且不只是在海权的扩张，连空域的这个扩张都有开始，所以他们才叫做远海训练。我极不相信只有飞机，我相信一定还有船舰。好，我不晓得部长怎么看待这样子未来啊中国国防政策或者不管是战略或战术上面的干扰
或是用这样的方式持续在所谓的第一岛链上面下功夫，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是的，那个部长您台语略懂一二了哈，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叫做“亲蒙打吼”啊，其实这是一种挑衅。好，那面对这种挑衅的时候呢，我很尊敬部长在这段期间里面呢还是非常冷静在看待这件事，可是这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这样大的威胁未来我们怎么处理？第一个，我的想象是这样，日方他当然否认这一次啊他们有所谓的干扰的动作，但是中国呢就说有，他有干扰的动作，可是里面都有提到中国会持续跟日方来做严正交涉或是关切。那如果台湾这个地方我们自己的空域，不管是 ADIZ 或是空域，或者是说所谓的公海上面受到这样的挑衅，甚至有这样子的不同的这个干扰或是电侦的时候，我们要跟谁去告状？我们可以跟中国讲说，中国的国防部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没有任何立场去跟他做严正交涉。所以你刚刚所提到的，我们要知道文攻武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现在在很多状况之下台湾的地位是被孤立的。好，你刚有提到说是因为川普先生跟蔡英文总统因为他通电话的关系，所以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打我们一把，然后再剑指美国，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想这也是美国跟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变成同盟国以后，增加了这个地区联盟的威胁，让中共感觉到不安，因此他想展示他有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我想应该是这样。所以他是在秀他的肌肉，对不对？好，包括在南海仲裁之后，中国呢极力来拉拢菲律宾，菲律宾就在我们台湾的南部，所以我们今天只针对宫古海峡里面，所谓的宫古海峡到底是不是国际的这个海域，还是说是属于个人的领空的范围，这个我们大概没有办法现在做确定。那未来如果有巴士海峡的部分，这两个海峡两边如果都被中国好像两个大钳子钳住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要防卫台湾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一次呢我们的国防部在公布若干讯息，当然是跟日本跟中国之间是有误差，但是我要知道一下，目前我们如果有碰到这样的所谓的亲门大户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国防部在做对外的新闻发布到底怎么样做，这样的策略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跟大家讲一下？我想现在讲太早了，还不如我们假如有这种事情啊，请刘委员给我们多多的指导。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第一个，我们在第一时间里面呢，马上公布哈，说有若干飞机怎样怎样，然后第二时间又说部长进了横山指挥所，但是你否认有联想演训，那你还不要发布第三个新闻稿？没有吗？我认为说，无论怎么样，一次新闻稿就把它定案。中国国防部新闻稿也是一次定案，日本的哈，不管它当然不是国防部，它是叫做综合幕僚。肩部应该是等于是我们的参谋吧，好，他也是一次定稿。好，不管你是要否认什么事或是要公布什么事，不要让他觉得来来回回留了一些空间，好像我们做这个又做那个，这样子在我们处理很多国防事务上面呢会觉得不够明快。是的，我们昨天也是一稿定案的啊，你们发布了两次新闻稿，那是我们否定我们有联想超演。但是第一次呢，你们不是在12月10号的下午还是几点的时候马上有公布一个中国各型机十余架等等这些吗？没 有我们只发布了一个，我记得我签署的只有一个稿，而且那稿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白，然后后面的都是外界的猜测。是不是部长再回去查一下好吗？因为今天国防部的发言人没来，好，所以我想你再回去查一下。好，因为这个媒体上面还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给媒体的讯息就是一次定稿。好，是的，是的，不一定急于。谢谢指导。是哦，在吗？有在。好，来请来。谢谢部长。我们发布了几个新闻稿。向委员报告，的确，如部长所讲的，我们发布是在十号下午1:17发布的新闻稿，这个是由部长签署的，这个是没有错的。那隔天在礼拜天就是11号，的确是针对外界的媒体询问相关的细节的部分，我们再做说明。
好，所以是陈将军有做说明，但是没有经过部长首肯。这个已经跟部长都已经报告过了。哦，好，是，我还是确定一下哈。我希望说，谢谢委员。对，我想我们是每一分每一毫，好，我们讲出去的话，做出去的事情，都代表国军本身的立场，或者我们对于防卫台湾的立场哈。所以希望这个地方不要第一个不要有犹豫，第二个出去的话，每一个字我们都负责，好吗？谢谢委员指导。好，陈将军请回。而且我想，对于以后媒体猜测，我们就不再回复了。媒体猜测的部分，我想国防部的发言人一定知道，他一定天天接受到媒体很多不同的讯息，不管是大的、小的，甚至花边新闻等等这些。但是他有这个政治智慧可以去处理。我想部长请他来的话，一定可以委任他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好，因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新闻稿了，跟其他的新闻稿什么那不太一样，所以我才特别跟部长提到这件事。是的。那部长，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晓不晓得中国跟日本在最近这两天，他们有一个中日海洋谈判，尤其是对于钓鱼台海空域争议的部分，在海南岛举行，然后无疾而终。不能讲无疾而终，应该是说没有共识。这个是在新闻上看到的。是，所以未来，在所谓的西太平洋海域上面，除了日韩我们不管它，中国跟日本产生属于国防或是属于战争上面边缘的摩擦几率最大的，应该是中国跟日本。但是台湾刚刚好就在这两个的地缘上面，所以我们要怎么自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我想这个部长大概您所收到的这个讯息比我们更多。那我也刚有提到，我们不希望被孤立，所以任何有可能的军事的交流，包括情报的交流，友邦上面一定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是的，好吗？是的。我就委员指导。对，我想就这个部分也请部长这个对于我们部署上面，尤其这几天大家都很辛苦能够多多鼓励他们。我想所有台湾的人是跟国防部站在一起，好吗？好，谢谢。好，谢谢部长。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林长佐委员。主席，我们请部长。方部长请。林委员早。部长你早。我想刚才部长也已经日前在这个新闻里面也已经否认了这个联翔操演，但是我想不管这个名字用什么名义啦，那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媒体里面提到的这一些，包括既得舰提前前往有利位置部署，空中出勤 E2K 的这个预警机 F16 IDF 进行监控，地面的这个防空飞弹与预警雷达进行操演，这些是不是都是有做？这是的确的作为，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宣布出去。所以这不管有没有这个联翔操演啊，对不对？其实实际的这些作为我们是有做的，只是名字不一定是这样叫。对的。好，我想这一点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实际的事情，那对于国人要有信心的部分，我们有做。那尤其我想很重要的是，这一次这个共军在一点半结束了他的这一个整个这个行动之后，这个演习之后，我们其实是很快的速度就已经回应了啦。是的，对，非常快的速度就已经发稿，那也让我想这个部分，尤其在现在国防部大力推动国建跟国机国造的这个时候，那国人对于我们自己这一个国防部的信心其实是非常需要的。是的，对，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先确认一件事，就是未来在遇到这样相关的事情，国防部虽然一方面会重视这个低调不挑衅的作为，但是某种程度让对方知道我们都有所预警，而且有所准备，那让国人也都知道我们是这个有万全的准备，会做这样子的平衡。我想我们一定会做万全的准备，而且我们应该要实施我们有效的吓阻，我想让大家都知道有默契的彼此都在存在在这个空域中间。是，我想这个因为前者低调不挑衅，这个是一种政治的氛围啦，我们自己的一个策略跟态度，后者要慢慢开始让国人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也让对方知道我们都有一直在这个预警中跟准备中，这个
某种程度跟过去的态度就有点不一样，所以是不是我们有要往这样的态度去做一点调整？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子。好，那这一点我想就很清楚。那再来就是这个包括这个从上一次到这一次都有这个 TU-154 电子侦察机，还有这个 Y8 电子侦察机，在这一个方面，是不是有可能他想要借由刺激我们的反应，趁机收集情报？例如说要收集我们的这个电站数据跟这个雷达波形等等，有没有这个隐忧？我觉得是应该有的。嗯。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评论者，他会认为说，应该要开启这个雷达锁定啦，因为这个是一个有威吓性的反制动作，但是这有可能正中对方的下怀，对不对？对的。所以这一块，我想也是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锁定它，也许有这个威吓的效果，但是它可能就是要我们锁定，来去这个截取我们的这些相关数据跟波形嘛。委员说的甚是。所以在这边，我想也要再这样子跟大家澄清啦。才不会让大家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不去做更有威吓的这个动作，因为对方有可能就是在等我们做这件事。是的。那刚才这个罗委员也有提到说这个战略的这一个思维可能会有调整，可能在12月底嘛，我们过去也问了几次，所以在这一块我想届时可能也已经休会了，但是我想有一部分可能也会是用公开的方式让社会大众知道。我想我们国防部应该会向我们执政党的委员先提出报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负责任的态度，也寻求我们执政党的委员对我们的支持。我不是执政党，所以没关系，到时候我一定会跟大家要跟国防委员会的委员都要说。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好吧，我们扩大。到时等一下，那个我们江启臣委员哈，还有其他的这个，不过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跟外交国防委员会这个保持联系。那再来，我刚才其实有肯定就是。强化国人对于国防部以及这个我们军方的这个信心的这个作为，我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昨天我有看到一个新闻，这让我非常的诧异，就是我跟洪慈庸委员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军烟条例相关的两个草案，媒体里面的报道是说有国防部的官员表示，这个如果真的通过了，军中不被搞翻才怪，而且会被有心人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我想要请问部长，这个不具名的人是谁？这几天忙着战训啊，没有注意这个消息。所以这种说法是国防部的说法吗？我要回去了解才可以给您提报。因为媒体里面他的写法是昨天晚上国防部发出这样的讯息，这让我们非常困惑。我想我们国防部会尊重啊委员的提案，而且我们会非常尊重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决议的结果。部长，这个事情2013年洪仲丘案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因为像这样子的军烟的事情，就是让国人没办法对军方有信心的原因。过去长久以来，我想部长上来也是希望做这一块的改革，我们也聊过很多次军中的人权的事情。那不只是现在我们怎么去促进改革目前的人权，过去我相信现场也有一些这个国防部的朋友在我们公听会的现场，你看到这些过去的这些这么多的冤案，这些家属们带着他们孩子的这个遗照到现场来参加公听会，痛哭流涕，成为他整个家里一个很大的心理的负担。他结果那个时候行政院的这个军冤会只有一年，只有四个案子交办，其他的都说已经过了这个追溯期。这个军烟条例，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把过去这一些状况也能够把它找寻它的争议，让这一些让国人能够重新对军方有信心嘛。所以我们在公听会的时候，这个会诊了很多现场，包括家属的意见，包括学者的意见之后，军方国防部没有任何人来跟委员协调讨论说军方认为怎么样做才可以。等到我们公布了草案以后，也没有人来。然后第一次看到是这样子，在媒体上面放话不具名，这样子，我们连跟谁沟通都不知道，不具名。所以我在这边为什么我在这里要特别跟部长讲这件事？我相信我们现在不管是国建国造、国际国造，还有我们现在跟我们友邦之间、日本、美国的这个国防上面、军事上面的合作，都需要国人的认同跟支持。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什么国人不认同、不支持、有疑虑的部分，却是用被动的方式？
我们却用被动的方式讲话的时候是用不具名的方式来去讲。我在这边，我相信部长也会认同了。有心人是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你想想看，这跟我们在做转型正义的时候要被改革的人讲的话是不是很像？只要今天要提出改革，对方一定是讲说啊，这会变成政治清算斗争的工具。我想我们不是要清算斗争军中的任何一个派系、任何一个派别，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过去这些，尤其是国人跟家属，他们非常关心，他们当初他们的孩子虽然已经过了追溯期，可是可不可以给我们真相？可不可以重新了解当初的过程？尤其在1999年以前，根本还没有申诉机制的时候，那之前有那么多的案子，这个我在这边要公开的，请部长承诺，是不是可以正面积极的来参与这件事？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已经过了一读，在委员会里面的时候，部长是不是可以更正面积极的？我们愿意来讨论说怎么样有更有可行性。从国防部的立场来看，怎么样更有可行性，避免哪些缺失？但是不要用这样子不具名的放话的方法。这个所谓不具名放话，我想委员不必在意，因为新闻是无风三尺浪，就怕没有新闻。所以我想，国防部的官员，我们都坐在这边，都是最重要的官员，他们不会这样讲话的。他们跟我一样，非常尊重委员的提案。而且假如立法院有了决议，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尊重的。所以我想不只是决议啦，部长，国防部这边可能要开始思考，如果认为委员提的还不够完整，国防部用正面的方式来参与去思考，说怎么样，哪些地方有缺漏，我们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就可以补充嘛。那这一块应该会是比较积极的方式，不要被动的方式。部长可不可以承诺我这个？这个我想我们应该会配合的。好，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希望是一个好的正面的宣示，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部长也有听到，公听会后没有人来讨论，等到草案条例记者会我们通这个宣布的时候，也没有人来跟我们反映或讨论，都没有。那所以在这边我想接着，如果有机会在委员会里面审议的时候，国防部的立场，那我希望不是一味的这个被动跟这个否认的这种立场，或是想要撇清不想参与的立场，我希望可以有更正面的，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去思考怎么去会诊相关的这一些资讯啊。谢谢委员。好，部长，谢谢，谢谢，谢谢林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请江启臣江委员。好，谢谢，请主席邀请部长。部长请。江委员早。部长，今天12月12号，你知道什么日子吗？应该不是你的生日啊。今天是太平岛收复70周年，这样想起来吧？这几天忙的战备，抱歉。前几天总统还去参加这个收复70周年的纪念展活动嘛？你有没有去？没有去。没有去啊？好像是内政部办的。我们广部离不开，我都在办公室。所以你没有去参加就对了。是的。对啊，所以啊，我在想，上一次啊，我在6月6号的时候质询，我有邀请你说一起去上太平岛。比较可惜是7月份，你说你不适合。所以就我们几个委员一起去上了太平岛。那现在南海的议题感觉上也比较没有那么紧绷了啊。那你要不要找个机会去一下？我们陪你一起去。我想我有副部长，假如你们想去，我请副部长陪你们去。那你自己去才有意思啊。现在的敌情的状况，我想我在国防部比较好。这样子。是的。那你觉得现在的敌情状况是指的是什么？是说哪里很紧张，你不适合出去？不是很紧张，我应该要掌握国家的安全，哎，军事的安全。所以你永远如果照这样讲，每天都是要掌握啊，那你就不可能去的嘛。不一定，不一定。所以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你会过去？这个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去。有需要是美国要借用太平岛的时候吗？
这些问题我无法答复。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未来美国会借用我们的太平岛？有没有这个可能呢？这个我连考虑都没考虑过。没有考虑，所以不可能，没有机会，不可能。还有美国会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出来？会不会？您是替美国人问的吗？我是替国人问的。哦，国人没有人问过我，所以我很抱歉，我没准备。哦，那所以你也不知道，万一他要跟我们借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回应？这个有国安机制来主持，不是我国防来答应。你也是国安机制的一环呢，部长。你把你自己啊排除在国安机制，那难怪我们总统的国安会议、国安机制每次的评估你们都搞不清楚，因为你自认为你在国安机制之外嘛，其实不是，你是国安机制里面很重要的一环。你国安部不能状况外啊，一天到晚状况外。上礼拜我问说要不要主动公布这个中共的这些绕岛的这些军机的状况，你们的副部长还说不适合，你知道吗？你们那位副部长还回答我说，我没有听说他讲不适合，不适合。结果呢，这一次你们就主动公布了。我上礼拜我还把日本公布的状况拿出来给你们看。每一次他们都公布在网路上，我们所有委员的图资都是从那边拿到的，但是你们把它视为机密。然后我质询的时候，你们说：“哎呦，那不适合公布啊，公布会让人家知道我们的状况，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你们这礼拜自己公布，这理由在哪里？你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好不好？我合理的解释是我们从日本公布的数字跟我们公布的数字。有智慧的人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都在做，彼此都在做谋略，都在做谋略，所以你们刻意公布的，因为基于谋略，是这样吗？是的，所以不是基于资讯的公开。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什么压力要我们公开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适当的时间。你们过去从来没有公开啊，你们过去都是人家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出来讲，或者出来澄清。或者出来补充，这一次你们公布甚至比日方还早，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们有自信告诉我们的国人。所以以前都没有自信？以前我们有自信一肩承担。这个理由我是无法接受的。你自己公布跟不公布的理由都搞不清楚啊，一个礼拜前跟一个礼拜后的答案差这么多，这是你个人的关键，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再过来，今天川普讲美国不会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这其实象征很多意义。从国防部的角度，部长，未来的台美军事交流，你的期待是什么？期待会比明天更好，比昨天更好。比明天更好？到底是比明天还是比昨天啊？比昨天更好。比昨天更好。所以比昨天更好的意思是说，未来的台美军事交流，包括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法案的授权法，所以未来台美的高层的军官方面，还有国防的将领的互动，是不是会变多？会不会？我们是持续的乐观其成。乐观其成，你会不会去访问华府？如果有这个机会或有需要，我会去。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你会去？这个无法在现在作答。无法现在说就对了。那什么样子的情况底下，台美的军演有可能展开？联合军演，在你的任内，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天？台美之间的联合军演，因为我不知道我任内是哪，还是说参加美国所主导的泛太平洋的军演？假如他给我们机会，我们一定参加。你会不会去争取？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一定会争取。应该你不用去就可以争取啦，因为我不晓得你哪一天才要去啊。你刚刚也讲，你也不知道你哪一天会去嘛。所以我们持续在做啊。所以。争取的状况，我问你嘛，在未来可见的未来，短期的未来好了啦，我们参加美国所主办的这些军演的机会大不大？
你讲短期我无法预测，明年、后年、两年好不好？我想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哦。最有可能是参加哪一场？他每一年其实例行性的演习相当的多。这个不是操之在我，是操之在美国人。你们要争取的嘛？你觉得你们最应该争取参加的是哪一场嘛？你不可能没有评估吧？台美的军事交流那么频繁。我想我们能够在哪里参加就在哪里参加。哪一场的军演的特质是我们应该主动争取去参加的？你不能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是国防部。我不是不知道， 我不可以讲。你不可以讲啊？为什么要先公布呢？那造成美国人的困扰。啊，你可以讲不可以讲啊？但是你不能讲说你不知道。我没讲不知道啊，对不对？你越来越会 耍嘴皮的人。国安啊，政务官当久了还是会有问题。我再问你，年金改革，你们准备好了没？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战备。你又不知道了？战备准备好了。哎、欸，年金改革跟你没关吗？那一天我问退辅会，他说他们把他们评估的好的案子送给你们。部长，关乎这么多退休军人，还有现役军人，他们的待遇。他们的福利，他们的生计，你说你不知道？哎、欸，你的状况外，下个月，简单的讲，我不想答复你啊，因为你问的没有道理。问你，哎、欸，问你年金改革没有道理啊？那我要问谁？这不是我即时要办的事情吗？不是你即时要办的，你知道吗？下个月不是我们要召开年金改革的国事会议。报委员，我向您报告，部长你可以下去了。谢谢。不想回答就下去。市长回应一下。回应。这什么态度啊，主席？这什么态度啊？那市长回应一下。这个不是重要的事吗？是。年金改革不是国防部重要的事吗？你们坐在这里的所有的国防部的官员，年金的状况，谁可以跟我讲不是重要的事？很重要。那个请业务主管比较详细说明。我向您回答。我想年金啊，不管是现职的跟已退人员的这个部分啊。我们会站在你们有没有在评估？你们说要跟我们有，我们一直你们说要跟公教脱钩嘛？我是没有说单独专案处理，这是一个方向。退伍会给你们的没？退伍会他有一些建议出来了，但是这个建议，因为我们必须还要跟我们现职的一些配套措施要做搭配。我们两个礼拜前我问他们的时候，主委还回答说，地板他们希望是每个月40000块，他们有这个建议，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建议，国防部做好评估了没？我们事实上对于现职人员，我们做了问卷，我们也请国防大学针对现行所谓所得替代率或者是18%的一些相配套的一些措施跟数据，我们都做了精算。这个部分事实上一直都在执行中，我们只是最后的版本还没有向部长报告，没有向重要的长官报告，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还不能。你哪时候要决定？我想我们会配合政府的政策，在年底或者下个月。你现在是不是下个月开始要召开全国的年金会议？年金会议，国事会议是。你们也会参加吧？我们会有人参加。你们会参加吗？但是我们只有我们的委员。你们方案就应该要出来哦，因为是很多人在关心。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情。不只是退伍的，连现役的，大家都关心这个事情。我们了解。第二个，你的募兵，难道人家不会看这个吗？会。会嘛，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嘛，所以这是重要的事哎，而且这个还是蔡总统自己开的政见呢、哦，年金改革啊，跟我们希望年金改革的过程啊是可以平顺的、啊，你国防部你说军人不一样，你要挑出来跟公教来脱离，我们也尊重啊，是，但是你不能没有方案，我们有方案，好不好？我们在研议，我们也会被问哎。我们立委在地方上，难道人家不会问我们吗？你们有没有在关心啊？到底现在进度到哪里了？国防部的方案是多少？是什么？跟委员报告。等到我们的方案定了以后，我们会跟委员报告。我们完全搞不清楚到底现在国防部的态度是什么，报告好不好？好，谢谢江委的建议哈。走。接下来我们请陈廷飞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部长请。
陈委员早。部长好，我相信应该这段时间后我们国防部都有很大的压力啦，这个压力是因为说这半个月来中国的战机演训已经二度绕台湾的外环，因为为什么说外环，它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可是外环它基本上已经进入到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所以我相信日本是比我们还紧张啦。所以他在11月25号还有在12月10号的时候，他已经有做了射弹的警告日本，所以大家就开始在看我们台湾怎么做。可是因为现在我们台湾很清楚，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不论是在11月25号的整个他们战机的一个路线，还有或是在12月10号的整个路线，都是在我们的外环防空识别区之外，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掌控监控，是不是部长？是的。但是现在大家又开始质疑了，在11月25号我们是用比较保守的，我们没有公布，但是在12月10号我们是第一时间就公布了，公布我们掌控的讯息，也就是到底有多少的军机，中国的战机有可能做这样的一个演训。所以大家都开始质疑，为什么以前没有，12月10号突然间就有了，部长为什么？首先呢，讲这两次的演习哦，我们军方都有全程掌握。第一个，我们跟中共现在并无交战的状况，因此我想这种敌情的威胁，我们在策略上就是想要日本先宣布。他公布了一次两次以后，那该我们要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国人。前面我们国军整军这个训练备战都有每天在做，而且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国军有这个能力来承担。这次要让国人知道，这个敌情的威胁已经逐渐在加强。而且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法，在107年呢，我们不会再做征兵的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决定。那么我们在想，是不是我们这样的公布，能够让我们有为的青年看到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有敌情的威胁，大家都能够投效军旅来保卫国家。部长，你刚刚这一句话说明年不会再做征兵，107年，我讲107年，是的，107年，所以你要讲好107年。现在资讯有稍微被做一些误解掉了，是107年。不会再做征兵，可能不会再做征兵，还是绝对不会再做征兵？目前我们决定不做征兵。决定？是的。你的决定会改变吗？会的。不会的，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这个是所有的数据，所有的资料都非常清楚，绝对不会有问题，不会说我们开出来的这些资讯哪一天到明年可能下半年又开始跟大家说可能我们募兵的状况不佳，那在107年度还要继续征兵，会有这样的状况吗？好，鲍委员，我志愿是市长向您回答您刚才关切的问题。那么事实上募兵制推动从101年到今年哈，我想102年以前的确我们每年度的招募目标没有如期的达成，但从103年开始，由于政府投入了相关的配套措施，所以我们从103、104，包含今年105年，我们招募的目标都远超过我们要的。所以我们的目标远超过我们的目标值。就是志愿士兵的部分是。所以明年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状况，107年度我们可以不用征兵了。跟委员报告，那是确定的吗？基本上因为今天部长已经对媒体说了这个讯息，我们必须强调，在过去
每一次谈到征兵或募兵，都是一次两次都变成是跳票的 证据。所以我们不希望今天部长说了依照这样的一个所有资料，107年度我们不用征兵了，这个讯息是确定的。跟委员报告哈，那个部长刚才所述的那个方向其实是正确的。那正确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当我们的兵员，事实上比方志愿士兵的招募他已经超过了 90% 或者到达 95% 甚至到达 100% 了，那我们当然对士兵的部分，当然他就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需求。当然啊，但是我想我们因为在募兵制实施计划101年所定的这个计划里面，他的目标达成目标的部分是，司长我知道你有数据，我也清楚你有数据，你今天才敢让部长对外去说明说107年我们不再征兵，我相信你们一定有数据。我只是要提醒你，我们要做跟以往不同的。今天如果这个讯息丢出来了，基本上他就一定要执行到底，不要最后到了106年的下半年又拿了一个数据说，哇，我们的募兵的目标值没有达到，所以可能107年又要征兵。不要是这个讯息，我只是提醒你，我只是提醒你，今天部长已经对外公布了这样的讯息。我了解。好，部长，我了解。我觉得这个部分哈，一定要更慎重，就是说不是今天只有在这里好讲完，而是要更慎重，把所有我们的评估，然后确定的107年不征兵这整个过程，比较慎重的对外宣布，宣布之后就不准有任何跳票。好，这个部分我相信我们会继续监督。好，我继续问下一个，就是说部长，因为这一次大家认为说我们有公布了这些我们掌控的军情，那总统府也说了，主动揭露共机绕台是要让中国知道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我们都已经掌握了，现在大家又质疑了，那怎么会我们公布的军情又跟日本又不同？所以这个变成又会让大家存疑说，那我们掌控的是真正实际的数字吗？还是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处理？部长，我想我们是应该有一些不同方式的处理，尤其是关于敌情的征收啊，我们不应该一五一十的，中共不花一毛钱就通通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是有处理过，正如同你看日本也是有处理过。好，有处理过嘛？哈，好，我们相信了哈，我们是因为有一些战略上的考量了哈。可是我让你看一张图，这一张图是在中国网络上热传的台湾三军的部署图，所以我相信我们有一些战略，为了不要让中国知道说我们掌控你多少讯息，但是现在在中国网络当中热传的这一张台湾三军的部署图，这怎么说？这是他们在各种方式啊收集到的一个好像我们驻地的状况，但是作战的时候都是机动作战的，所以我们不会固守在那些阵地里面。所以这个是没有用的，你只是知道我的部署，你不知道我的战略，是这么说明吗？我想应该是这么考量，是这个考量。那所以这一张现在台湾三军部署图，我们所看到的，他一看就知道说，哇，我们在东边这一块似乎我们的战备比较薄弱一点，所以呢，他现在所有的战机，我们的演训完全往这一头进行，那我们现在就要加强东部的防卫咯，是不是这样子？你看他这一张图啊。我想在这里讨论这些啊，实在是我不是跟你讨论，我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加强我们东部的整个防卫的部分？我不是跟你讨论哦。我们早就有考量了。对，我只是部长，我只是这一张不是秘密，这是已经在网络当中已经
热传了。我只是要提醒你说，今天在东部这一块确实在他们的这一张资料里面，它是有缺口的。是的，对不对？是的，有缺口，所以刚好它的整个战备，包括在11月25号的演训，还有12月10号的演训，它完全是往东部这边，也就是跟进入到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刚好在东部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加强这一个部分嘛。所以我只是提醒部长了哈，我们没有要让你们在这个地方去讨论这个战略了哈，只是说人家可以掌控这个讯息，可以掌控这个资料，那我们要怎么应对？不是说这些只是地面，我们的作战是机动的，不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一张既然可以在热传，表示人家已经有监控到我们某部分的一些资料。是的，我们怎么去突破？我们这可能是比较重要。是的，谢谢委员提醒。是，谢谢陈委。即将请徐政委。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冯部长。冯部长，请。部长好，部长您辛苦了。谢谢。可能最近你也比较忙，可能压力也比较大。我称呼你一声大鹏哥，小弟这里给你一点点小的建议。是。我们当一个国防部长，尤其真的是战时的时候，你还要决定第一集是要怎么下去的，所以我们不能带有情绪。不好意思的建议你，就是说刚刚对江委员，你说不想回答你，我是觉得有点情绪性了哈。你如果这样子，我等下也不知道怎么问你，我也怕你又说不想回答你哦。所以我是建议你会后可以的话跟江委员道个歉了哈。我主要想要请教部长的，就是说啊，不管什么原因啦，是那个川普跟我们蔡总统通电话也好，这个美国参议院通过2017的国防授权法案也好，就大家讲的，就是共军的飞机绕过台湾的会不会常态？上次你是不在这边啊，副部长要讲的哈，我甚至有回答说，常态还好，不要说越来越严重啊。我记得我那时候讲的话是这样。我觉得这次的就上礼拜六的路线也比较变化比较多了，对不对？那个飞机的数量也比较多了，然后我们的战机也好几个基地升空了，然后日本的飞机干扰弹也发出来了，所以说就比起上一次是严重一点。所以说，您上次你不在红山指挥所，这次你在红山指挥所嘛，啊，所以说，我担心的不是常态，是怕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就假设一个情景，我想要知道的，譬如说报纸写的哦，由于日中两国军机位置太过贴近，您刚刚也承认了，其中两架日本 F-15 战机发射干扰弹反制。日中两国险些出现军事冲突局面，啊，真的出现了以后，中国大陆的飞机跟日本的飞机交战起来，刚刚有提到说什么人道救援啊，那个其次，你也当空军的，打来打去，你刚刚也不否认，打来打去也可能打到我们防空识别机，甚至于打到我们的领空上面，那我们的飞机也有在我们的那个天空上嘛，啊，打到我们的防空识别机，打到我们台湾的上空，但是我们是要怎样去应对？我们不可能帮忙中共打日本吧？那个你就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会闪一边呢，还是我们会帮日本的飞机打中共的飞机呢？部长，
我先打一个事情的。你先坐在坐在先打。报委员，我是作战次长，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突发状况处置规定里面，我们都有很完整的一个处置啊，这个东西，在这边我不方便讲，我回去下去之后，我会跟委员做个详细的报告。所以部长，委员好，我也建议你这样，不方便回答的，就是说不方便回答哈，再怎么样再跟你讲就好，不要说不想回答你这样子了哈，像刚刚这样讲就好了嘛，啊，我也不会追问到底嘛，啊，那就暂时打住了。其实哈，为了避免那些啊，其实透过管道啊，跟日本跟中国大陆讲，你们两国如果要打，到那个公海里面去打，不要到我们防空识别机，不要加我们的麻烦了，先建议他了，万一他们有谋杀又怎样啊？报告委员，事实上我们也都这样做，在做。你有跟他们两个国家的讲？谢谢委员指导。要打的话，不要在我们这边打。有这样做？我们事实上我们会这样做。委员好，我是通识次长。有关于委员刚才所问的几个问题啊，我们严密的监控啊，我们所有国家的武力是防卫我们自己，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这个事我们是非常非常在意，请委员放心，谢谢委员。好，谢谢。各位长官，你就先下去休息吧。我接着要请教部长的就是说，应该部长你也知道，中国大陆他自己制造的自制的航空母舰好像今年就要下水了嘛，哈，你有什么看法吗？自制的航空母舰，中共的，这样子了，我因为我时间也不多了，我改天再请教你了。是，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中国大陆他们面对我们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军事战略的部署，当然我是没有招委那些这么专家了哈。我的浅见是说，大概的就有三步棋了哈，就是现在就是差不多第一步了，就是空军进行这个沿海训练，啊，这个简单讲是空中突破第一岛链的第一步了。那取得他的这个熟悉战场，他有这个空中的优势以后，接着可能就是潜艇可能也会突破这个第一岛链。再来可能就是航空母舰怎么样过来，可能大概是这样三步棋。参谋长，你简单回答我的浅见，大概是不是这样进行的？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中共的不管海军或者其他的军种在训练中是持续的，我们也持续的在监控中。比较这个敏感一点的这个资料里面啊。我们还是找机会跟委员报清楚比较好，因为这边因为时间也很有限，一时也讲不清楚。好，那我想请问，简单的请问就是说，目前为止我们有没有侦测到中共的潜舰有绕行到我们台湾东部的海域？因为潜舰是非常这个战略性的武器，这个我还是跟委员报告，这个整个都是非常敏感，非常敏感。这个我们在这个整个国防的这个监控下面都是有严密的在掌控，但是细节的我还是请委员多谅解一下。所以说这个第一岛链呢，北有日本，南有菲律宾，我们日台也没有军事合作，我们台菲日台的也没有军事合作，台菲也没有军事合作。其实我们帮美国啊锁着这个第一岛链，他其实有时候卖我们什么那个武器啊，其实也不要卖得这么贵的。我们是还帮他守着呢，当然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呢。一方面也是保护着这个第一岛链呢。所以美国有时候啊，也要拿点那个良心啊，拿点诚意出来啊，卖我们的东西不要卖得太贵。再来我就想请教的就是说，因为媒体也有报道哈，就是有关国防自主什么国际国造、国建国造，我们都赞成哈。但是这有一件新闻说，美国的媒体，日本昌隆级是最佳选择，台湾需要新型潜艇补充战力，日本昌隆级是最佳选择。那当然，我们所了解的，第一有三个我们知道的哈，就是说，第一，日本的昌隆级应该价钱也比较便宜。
第二，日本政府也已经放宽这个武器出口的管制，所以他已经排除了日本潜艇的法规的障碍了哈。第三，可能日本、台湾加上这个武器系统配置美系的美制的武器系统，可以形成一个美日台我们三国的军事合作。所以说，部长，我现在就想起一件事情，刚刚江委员请教你的，说我们如果跟美国一起参加什么那个演习啊，其实那个答案也很简单啊，我外行，我军事我外行，如果可以要选择的话，一定就是美国跟日本在军演的时候我们去参加那个嘛，也就是带到我现在讲的就是美日台嘛，除非说美台之间来一下啊，如果要你选择没有美台，那是美日的时候我们要参加的那一场，就是这个应该我外行人我想也是要参加美日在演的时候我们台加上去啊，是不是这样？你刚才是说好像不方便回答，其实这有什么不方便回答？这不是最佳选择吗？还有其他最好的选择吗？不是，各位报告，刚才部长的意思是说，这方面的演习我们乐观启程，只要是美方欢迎我们参加演习，我们都是参加的。对了，刚才委员是说，部长你会选哪一场？选哪一场？我部长也是，就接近我们的，不是选美日那一场吗？没有，部长刚才前面已经答过，就是太平洋的。谢谢委员席。是，好了，我是说那个昌隆舰我们也很赞成哈，但是就是说之前也有这个达政案的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们赞成国防自主，我们赞成国建国造，但是我们不要有以前的不好的例子，其他的我就不用说明太清楚，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国安会的前会长现在是当我们亚协的会长，重量级的谢长廷院长驻日大使，所以说昌隆级是我判断我想的媒体也报道的最佳的选择。我也不要你在这边回答，因为我在问你的话部长我很怕你又说我不想回答你。谢谢部长。谢谢委员。谢谢部长。我们接下来请王定委员，然后我们待会在吕玉玲委员咨询完之后休息十分钟。好，那王定委员请。谢招委，麻烦部长。部长请。王委员早。部长早，我希望尽快。因为时间有限哈，来厘清一些民众的疑虑。那我们希望在可以回答的范围内，我们尽量透明。那不能回答，我们尊重国家机密哈。这个中共的解放军的空军，不管是轰6K 等等哈，或他们的侦察电侦机，他们这个远海演训今年八次了嘛？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是的，光今年就八次吗？没有，是累计的，累计八次，应该不止哦。是。跟委员报告，我是连二次长，是，一共空军部分，去年四次，今年是总共是八次。今年四次，去年四次，总共八次。他是从2013年开始准备进行这个动作的嘛？所以去年四次，今年四次，而今年的后两次比较特别的是，以往都是北出北回，南出南回，那最近这两次，包含这个礼拜天这一次，是从南边出去，北边回去嘛？这两个比较不一样嘛，那我要请教部长或者是次长这边哈，就是说，这个在你们的军事判断上，是不是属于逾越双方应有之行动规范？就我们双方稳定相当长的时间了，他现在有些新的动作，这个动作有没有达到逾越双方应有的行动规范？委员，委员报告没有，因为他这两次都没有进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所以我的标准在 ADIZ。是的，所以他只要进到我们的 ADIZ 防空识别区，就逾越了我们本来应该有的一个默契跟规范。
我这样诠释对不对？诠释正确。所以部长，我在请教，就是说哈，看起来我们的监控，当然我们有一定的监控能力，相片拍的比日本的还漂亮哈。那日军我们知道有这一次放了干扰弹，那之前好像有锁定，还有摇尾巴卡位置的动作哈。就我们军方的了解，因为美日有安保条约，然后呢，美方在 Okinawa 那边有基地，他们的轰六 K 只要往西飞到西太平洋1000公里以外，它的常见实行射程1500公里，关岛其实都在范围内了。我们在观察的范围内，美军有没有动作？美军有动作，跟委员报告有动作。美军的动作是跟日本协同，还是他们自己另外有一套动作？他们有他们的机制，这个我们就不便回答。所以我们有观测到美军也有动作，然后日军也有动作。那他们动作的范围是集中在我们东北角的空域。那从巴士海峡往宫古飞这边有没有？跟委员报告，这个事实机密，我们就在这边私底下我会跟委员详细说明。Okay, 好，我们就知道美军也有动作。那我接下来再请教一个，报载说这一次他们飞离 ADIZ 那条线远一点，是因为我们的飞弹哈有锁瞄他们，好、哦，是有还是没有？这个我在跟委员媒体都报了嘛？这个我不予评论，不予评论。可如果他进到 ADIZ 里面，我们大概动作就会不一样了。我们有相关的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来，我们按照这规定来做。我给你看到规定，那规定写不是机密，你们写在国防白皮书里面都有了嘛？这2008年的后面陆续也都有。2008年的国防白皮书第五章第三节的104页，就叫做《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这个我查得到，它就不是机密的啦，网络上就有了啦。那根据这个接战的这个突发状况的规定，里面在军事的部分哈，在所谓的军事突发状况里面有个标准，叫做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逾越双方应有之行动规范。我做一个国民，我做一个纳税人，我要关心的是他到哪个界限叫做逾越这个规范。那我刚才听起来我们军方认定的是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所以他进到了 ADIZ 之后，根据我们这一个白皮书里面所接诸的动作，我们要战备状况提升，我们要初步作战指导，最后部长要依照规定程序建议召开国安会议。所以我用这个程序来请问部长，我们面对今年四次、去年四次，尤其这两次是绕着我们南边往北飞，最近的距离只有70到80公里，那个你是空军出身，那弯过来1分钟就进来了。所以部长，我们战备状况有没有提升？报委员，我是作战次长，我们的状况，我们战备状况没有提升，我们都是按照突发状况处置规定的、来做应处。战备状况，那他只要进入到我们防空识别区，我们一开始就会警示他。通常，他会离开我们防空，他不会进来。他进来的话，我们会警告他，警告他，他大部分都会离开。那同时，这样讲，他们是有他进入到我们防空识别区，我们会马上伴随他，不可能做转弯，因为我们的飞机都是。我请教，是你这样听起来，他们曾经，我讲误闯好了，他们曾经飞进来过，切角落一点点，这是那他们切进来一点点，我们是寸土不能让哦，是他切进来一点，我们就要把他赶走。我们都站在有利的位置上，就在我们的 ADI 里的外线外，所以他紧度切这个线哦是。不规则的啦，对对是，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他曾经切进来我们 ADIZ 就是我们防空识别区里面，但是我们这次根本没有，这次没有了，之前这八次哪一次我们就不晓得了哈，就是说我们有把他驱离过，是驱离过还是他自己走掉的？没有，我们是警告他，升空警，我们会警告他，他会就会离开。他进到我们，其他在我们附近，我们空中就有人了嘛？是。那我最后有人在讲，他说哈，这有点像博弈理论啊，在赌一件事情。赌我们台湾的空军，赌我们台湾的军方，包含飞弹部队有没有能力？就我们希望不要发生战争，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当他切进来跑到我们范围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力打下来？敢不敢打下来？这个是军方要给人民的信心。报告委员，这个我想啊，中共他知道我们有没有能力，所以他这几次他都没有进来。他现在这样飞哦。它要形成一个常态化的状态，
他闯越的都是他经过的都是公海，都是到宫古的公海，其实都没有进入到我们国际公域。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我问最后一个哈，就是那在这件事情，因为他牵涉到从巴士宫古一直往北飞到东海回去哈，大概牵涉到的国家有台湾、日本、美国都有。那面对中共解放军这种挑衅的动作，他这个其实是一个挑衅动作。我们有没有在做情报的分享？他们分享给我们，我们分享给他们。跟委员做报告，做说明。这一个我们有我们的机制，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就针对这三国之间，我们有一些机制，但这有一些机制在，在机制不方便在那边说。是的。好，我尊重你。好，我们接下来我移到下一个问题哈，部长，这个原来不是你的问题，但是请你注意哈。前任的部长在我们这一届期刚上任的时候，我们问过一样的问题，这个跟我们文中将是有关系的哈，政战部在管的。我们的军宅从王如玄捅出纰漏以外，其实我要谢谢他，如果不是他哈，大家不晓得买卖那个真的是内行才知道怎么买。我们的闭锁期五年是不可以移转的，是。而那时候我印象也是文中将，你本身也是在负责这个业务，是。针对我们原来规定哈。这个军宅的买卖在闭锁期，我们是当时说不可以。后来查到说可以的时候，你们怎么办？你们都说很困难，因为哈、必须要买卖双方承认他们有另外打了个合约，五年期满再过户。他五年内不过户哈、你们拿他没皮条，是不是？我这样全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对还是错？报告委员，我们规定是未满五年，他是不得自行这个点让或者出租，就不能处分嘛，不能买卖嘛，是是不能处分，对。出租已经一堆了啦。是我现在还不讲出租，我先讲买卖哈，因为我们照军宅是照顾军人跟军眷，老旧眷村是照顾以前旧的你们军中的袍泽，政策以前到现在我们延续性，我不挑战那一块。我现在问题是说，我好的地段，我还经过核算之后打两折，就是20%卖给他，是希望照顾他，不是让他变成赚取差价牟利嘛，所以我们才有闭锁期的规定嘛，是。甚至我们曾经还想立法说，你要买卖也只能卖给同样合资格人，这才有道理。就是说我将军，我的军宅要卖，我也只能卖给将军；我是士官长，我的军宅要卖，我也只能卖给同样合乎资格的士官长。那这样军宅才真正是在照顾我们的军人，眷改才是照顾真正的眷户。可他后来转手卖给一般人的时候，哇，一炒几千万、几亿、上亿，那原来的军人就买不起，合资格人抽不到签的人买不到。所以我们政战局这边其实原来有个责任是要确保这个秩序，是。那以前你们在应询的时候都说他们双方做另外做一个地下的合约，就像王如玄一样，自己出租自己偷买卖，然后呢等到五年才过户，你拿他没办法。你们确实现实上是有一些困难。我现在给你看个资料哈，这是乐群新村的，我印象罗志政委员问过这个新村，我现在找到更多的，你知道吗？这些交易资料哈，我们去计算过哈，它大概成本，我们先看到那个成本那一页哈。我们那时候这个乐群新村呢，整个地这个处理的面积大概是29亿左右，它的坪数呢是18.8，这个15902坪，一除一坪的成本价大概是180,000，那我们有20%优惠它，所以它取得成本哈，买一个34坪型的。大概只要负担1,280,000就可以买一户这样的军宅，照顾军人可以，我觉得应该的。结果呢，转手现在出去卖呢是卖2,780,000，差价是2,600,000。这2,600,000就是我们政府照顾军人的，就我拿去卖给一般人，其他军人没有了，变暴利。那你说这个文局长，你说你们没有办法哈？我再回到最前面去，你知道我这些交易记录去哪里捞出来的吗？再往前看哈。这个都是成交时间105年8月一直到现在哈，这些资料我们看下一个，那个是内政部实价登录网站，五年内他去实价登录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过户了耶，你有抓到吗？那个跟委员报告，他那里面如果是违占建户，他当初所买的建设的话。他是没有这个五年的限制的，因为当初违占建户他是全额架构，违占建户他自己付比较多的钱嘛，是啊，那个差价就没那么多嘛。我现在讲的是这一块，你们有没有去看实价登录？
有军宅的、啊嗯、我们有查过，有查过，刚刚委员所列出来那个表里面有好几户，但都是这个违章建户的，是，所以我要提醒部长，因为这个是之前高部长时期的事情哈，我要提醒部长，就是说我们军宅或者是不管是营改眷改，我们要照顾的是军人，是避所其有他的道理，我们甚至应该转让都让给相关有资格的人，是，可是如果他敢违反规定，你抓不到，我只能拜托你加油。可他如果在五年内都还去实价登录，你还抓不到，那就有问题了。是这个麻烦你们查详细一点，就一笔一笔查，那个不难啊，你对一下地址，对一下你们的购买名册，马上就知道了。是没有问题，而且不是只有乐群啊。是，所以你如果能够掌握状况，一翻，这全部都是违章监护，但违章监护没有那么多。哦，我是提醒这个文忠将这边哈、哦，是掌握状况。是，那我们国家建立一个制度，要去保护守规矩的人。处罚不守规矩的人，我们台湾太长久以来就是守规矩的倒大霉，不守规矩的赚大钱，是这个国家会没有希望。是，好，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麻烦你们查清楚，这样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谢部长。接下来请吕玉玲吕委员，吕委员咨询完之后，我们会休息十分钟。谢谢主席，请冯部长。部长请。委员早，部长早。本席在这边要提醒部长，刚刚你在备询的时候，对江委员说的不想回答，站在这个备询台，你就有义务要回答。你可以不回答，可是你不能说不想回答。你不回答，可以请可以回答的人回答。所以你的态度，请你要注意一下，好不好？谢谢委员指导。那接下来。本席想请教部长，在上个礼拜四，爱国者飞弹三型的阵地的移转，结果一个司机车子倒退，撞到中士受伤了。在熊山飞弹误射到这个士兵倒车，撞到人，这个发生了将才半年的时间。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你还告诉我们。我们的电展室在明年开始要到所有的地方去128个地方去监督去了解所有我们飞弹阵地的一些管理监督的工作，但是又发生了在几天呢就明年了还发生这种事情，我再问一下电展室啊，你们是不是在害部长啊？部长，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为什么要改革，要把事情做好，反而螺丝松了？难道部长你找不到个起子去拴好这个螺丝吗？我们不怕共军的飞机飞到我们的防空的这个识别区绕台，我们可以防范，我们可以抵制，展现我们的实力，但是。你所有的属下这样子不长进，不是害了你们部长吗？我去看这个代理这个詹立言这个士官的时候啊，士官他右手还可以写字，他特别告诉我，报告部长，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错，不是部队的错。你说他是故意站在后面被他撞哦？他个人的错，那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那你说他个人的错？他说这是我你车子倒退后面有人的时候，这是我个人你的操演演习是整组的人员，你在地面上难道没有指挥的人吗？这个请委员讲话声音小一点，有时候我会这个听不清楚。这个我再讲一遍，你的态度真的要注意啊！我到医院去看这位詹立言。下次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没有注意，是他的错，不是部队的错，这个都有这个而且我跟他父母亲讲了，他父母亲也讲说这个希望我们部队不要所有的演习，部长所有的演习他都有一个 SOP 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你们每次发生都是小事情，这个小事情啊都会致命呢？所以我希望你们要上紧发条。是，鲍委员，您上次已经指导过我们。而且在上个礼拜五，
你们针对基金的事情来跟我报告，也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希望你们所有的监督作业演习都要好好的按时的实际的步骤去做，是不要害了部长又在发生事情。像刚刚部长又失言了，那这件事情他说士兵也没有说是他自己的错，这整个演训不是个人的问题，部长只是想表达绝对不是个人的问题，好不好？是这个要注意的，整个演习就是全部的。报员最主要是这个下士他自己在指挥这个车子结合，所以他自己没有站到位置，不是他坐在那边。但是你的整组人员里面，你的司机、你的后视镜也可以看到旁边的整个操作的所有阵地移转，难道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而已吗？他那个就是他一个驾驶，他在后面指挥的驾驶跟他结合，所以他的位置很小心。所以你们就要上紧发条，我们就加强好好的做实务的照 SOP 的方式来，谢谢委员，不要因小失大，这都会有致命的问题发生。是。那至于我们刚刚讲到共军的飞机绕台两次，这在上个礼拜本席也有排这个专案报告，特别的要求国防部掌握情资整合，可以公布给民众了解，这样子可以安定人心。所以你们这一次最快时间十分钟你们就开了记者会也说明了，所以这个所有的因应措施你们都要有所规划。但是我们想不通的就是日本他们除了雷达监控还有直接飞机升空升空半飞来掌控监控着所有他们的飞行的任何的变化，也有发射飞弹来阻止他们的下一个万一会越界的情形，他们日本都有底线。我们呢，我要请问部长，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升空去伴飞？报委员，我们有飞机升空。我跟委员报告，因为共机这次是进入到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区域里面。如果他进到我们的区域里面，我们也会同样采取我们会采取相对的因应措施，也是会全程监控，这个委员请放心。你们一直强调很有信心，我们会监控，监控不是看雷达而已，所以我们的飞机随时都在待命，平常的演训，报告委员都可以随时起飞嘛。报告委员，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有我们战斗机在空中做巡逻，我们随时随地都有的。所以我要再建议国防部啊，我们现在应该要适时的展现我们的军力，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实力去阻止，也可以去恫吓他们，是对不对？是。而且我也要建议，就是我们在跟美国有一些军事训练的一个合作，是不是可以对这个美日还有我们台湾可以在这个军事的军演里面可以有合作，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让共军知道我们有援军。是，谢谢委员。而且我们有信心可以去阻挡他们，也要恫吓阻止共军有下一步侵犯台湾的可能性。是是，这个可以做吗？可以是。三方面的，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用陆军在地面上，委员这个一直都有在做嘛，是，对不对？是。那现在我们用海空，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军事的军演。是。有在规划吗？不，一直都有在做。所以有在跟美方、日本都在谈，是不是？报委员，你不方便回答。是，谢谢。反正你们不像部长讲，不想回答就不回答了。没有，报委员，上次这个场合比较就下去再跟委员报告。上次委员召集我们做这个11月25号做这个11月25号的报告，我们也遵照委员的指导，所以这次我们也适时的做个发布，这个都我们会好，你们就好好去规划，保护台湾的安全，是，好不好？谢谢委员。好，那你们请回。我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因为今天要审基金嘛，我们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有一个地方在阳明山的招待所，原来负责的是营运的单位是联勤的司令部，现在交给后备指挥部。
据了解，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发包给美丽华的集团。那美丽华集团，我们用这 RT 的方式发包出去的，对不对？那他们因为要开发，也申请了很多公文的往返，跑了很久，到现在这个开发案通过了吗？跟委员报告，那美丽华公司它从94年开始承揽，那其中经历过两次法律的变更、法条变更，然后第一个就是在95年的时候，国家公园管理范围内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开发处理原则，所以它必须要重提开发计划，所以它这段时间是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到104年的时候，又新增修订了观光条例，所以他必须申请这个。因为你发报的时间将近10年了、啊，到去年，因为10年要到了嘛，9年的时间，他们的开发还没有通过，是的，所以解约了。是，那解约之后，那你们这个后备指挥部有做规划吗？是这个，因为这块土地是国家公园嘛。是，跟委员报告，这块土地啊是机关用地。那么在今年9月份，我们跟美丽华实施这个终止契约。在11月份，我们现在在办理资产返还的作业。目前它营区是由我们跟阳明山管理处啊来共同在维管。那后续我们在明年106年，我们会委商来针对各项方案来做规划，然后依照评估的结果，我们来做后续的处置。那我听部长说有指挥指示说要来做那个军官训练中心是吗，部长？目前没有，我们是多面向。我要问部长说，他有指示说来做军官训练中心呢、啊？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你不知道？是。你这样子回答总比是不想回答好了。这个地方因为是国家公园，可是土地隶属于台北市政府。是。你台北市政府，你现在去年跟你美丽华解约之后，你编了160万。来请律师打这个诉讼官司，对不对？是。那你又在明年要编160万做研究，研究这土地要怎么规划？你说了是机关用地，它的面积没有很大，那你们如果找不出用途来，你们会不会就做成像闲置营区一样，做个编列经费，做个维护管理呢？那不要再浪费这个钱呐、啊！如果没有用途，就移拨给国有财产局，还给台北市政府，不要再编这个钱。你没有收入，一直支出，这个这样子的土地的管理不是妥当的吧？是，非常谢谢委员。我们在明年我们会委商来做研究，依照研究结果，我们来做最后的决定。你委托就花了160万哦。报告目前还没有，所以要开源节流啊。是，谢谢委员。所以我们在评估，谢谢你们。没有办法使用，无法去管理，你就交出来还给台北市政府嘛？是，我们评估之后再做。好，不要再一直乱花钱了。是，谢谢委员。财政困难的。是，谢谢委员，谢谢您。谢谢委员，谢谢部长。我们休息10分钟，再回来继续询答，先休息。谢谢。
里面就已经三四十题，再加上这个大概五十题，大概就已经差不多了。哦，一百题以上，我们都报了几题，都做一百题。200，差不多。我看一定会，他一定会比较多了。200，然后明天早上打开一下。就是商场而已，东西都准备好了，搞不好我们想要配合。协商两件事，不是协商，是预算。对，在预算立方后面，有可能会是跟上次一样，下午是。对，就上午先协商法案。上午先协商法案。那个什么公民交易。我觉得。
瓜哈、啊，这个他升总，他升中将了，十五号升中将，李世光、哦，就是那个彭博拉斯那个，三个总长。昨天那个谁啊？彭博拉斯那个，那个是还在那个，就还在那个，他是出去了，他升官了。哦，那要把王亚龙写给。对，昨天不好意思，昨天那个谁啊？昨天那个谁啊？那个南方荣，市长回报市长，昨日代表你接回向校长向国国副总，对吧？本周四十五号将晋升中将。是当中请客，对，因为我跟他讲，我说他回去了，我说执行官一直很关心，我叫他持续跟他联络，因为他跟他有这个 email 什么东西啊，所以他的这一天早上特别跟你汇报一下，是十五号，谢谢，是中奖。有，交代交作业，再作业了，作业音乐一好，音乐一好。对，您最好了，我准备归好了，差不多归好了。报告，我在上的报已经归好了，好吧？那个这里，不，这里边会单位了，这个会单位。是，那先归了。对。那就确定一下。没有，我刚才跟我说的是工位，还有用具位。讲话很快就到。今天有什么？新回的，好，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邱志伟邱委员。好，谢谢主席。因为节省时间，直接请部长哈。部长请。还有政治专案局文局长。文中将，谢。军医局吴局长，然后空。军医局局长。范参谋长。范参谋长。这个我先请教，就是共军的这些这半个月的作为了哈。在环岛做一个远程的远训呐、啊，反两次他的这个军机的规模都一样嘛哈，这一次他突破第一岛链从东部过来，
从南部再回巴士海峡，再回中国，回他们基地啊，能不能请这个部长从国防部的观察，共军这两次的演训，他的动机跟企图是什么？我想第一件事情啊，他是在军力增长之后啊，要试试看他要有走出第一岛链的能力。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我想是一种巧合，连续两次，如果一次算巧合，11月25号一次，12月12号一次，对，这中间隔了两个礼拜，他们有计划的作为，那大家评估他可能变成一个常态化，非常有这个可能，而且他机队规模也会增加，而后我们调敌从宽的立场来讲，他们可能会规模增加，他的这个次数也可能会增加。所以到时候你进横山指挥所的这个是也会变成常态化，那都不见得，这要看我们战况的演进。同样的威胁，同样的这个啊、这个战略的这个情境，你第二次你进横山指挥所，如果下一次他的大规模机队照同样的路线又来一次，又来环岛，有需要的时候，我国防部长就会出现。我们除了监控之外啊。有没有拟定作战的作为？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国防部公布的新闻上面已经讲了，我们有应变的。这总统都全盘掌控。是的，这个需不需要到国安会？我想这个不需要，因为这个层级啊，还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我个人觉得非同小可，事情非常严重嘞。他说第一个常态化，而且他过去突破第一岛链，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作为。突破第一岛链连续两次，应该是说高密度高频率了，这我觉得非同小可。好，往后如果他每个礼拜给你来一次，或给你每天给你来一次，那我们怎么办？我想我们加强战备，而且我们应该把它变成经常战备。日本航空自卫队发射干扰弹，这是不是事实？这个我个人不予证实。哦，有掌握了哈。是的。那发射干扰弹是不是我们为了形象？假设他越过进入我们航空识别区，假设他用软性挑衅或者是隐性挑衅的方式，那我们会用这个日本的方式。我想不可能空穴来风啦，他会用这个干扰弹也是一个选项，它是低度冲突或者避免高度冲突升高的这一种方式啊。我们有经常战备啊，这个作战的指导。所以我想这些我们都可以掌握，所以您全盘掌握，有充分的信心，任何共军的动态，除了你全盘掌握之外，我们有充分的因应作为，可以面对所有挑战。我需要您的承诺。我想委员讲的，我们都能够做到。这样子，你公开宣誓啊，在国会这个全国转播啊，这个民众才会安心啊。好，部长，你有没有再说一次？你有没有信心？有信心。面对中国这种军机这种。挑衅，我们国军有充分的因应作为，有高度信心，可以对付他们的这个压力跟挑战。我们国军呢、啊，对这种状况能够全程严密的掌握，而且我们有信心呢、啊，能够有效的来因应。好，那美军有没有动作？这个不予置评。有掌握了哈、哦。是的，有掌握，但是不予置评，就是好。那我问其他的问题，就关于今天的主题了哈。我问一下政治作战局啊，这个关于眷村改建，我觉得这个让人家诟病的地方是它的进度实在太过缓慢了，比牛走路还更慢，跟瓜牛一样。比如说了哈，乐群村，我从上任第一年到现在已经第五年了，两届了，还在原地踏步。跟文化部的协调，跟高雄市的协调有那么困难吗？乐群新村是空军。这个眷村文化的代表，你们第一个没有把它列为全国重要的眷村的这个基地跟示范区，然后也没有做妥善的维护，所以我为什么请空军参谋长来？因为这跟空军关系有关系，空军关系没有预算去维修去维护，所以就让它一天一天败坏，也没有委外的机制，所以那么好的这个眷村文化资产，哎，这个作战局真的是。我严格来说了，我很同意说有点失职，也没有积极作为的。局长，报告局长，报告委员，我是政案局局长，对不起。那个，其实我们之前的高雄市文化局，他就已经委托树德科技大学，我了解。对，那我们现在，在大概在明年初吧，明年初我们会
办理招标，对于有关它的规划跟可行性的评估作业，那这一部分我想先跟委员做个报告。部长，这个案子五年了，从我开始去把那个空军官校校长的官舍未来辟建成一个文化沙龙啊，这我讲了五年了，五年现在还要招标呢。部长，你有没有什么话？空军，这个那个参谋长是，鲍委员，我们一直都很积极的在跟那个高雄市政府人做协调。如果积极的话，不会拖到五年都没有进度嘛，所以还是要积极、积极再积极的。是，鲍委员，我们后续希望明年之内一定要成果了哈。是。另外，二高新村也是如此啊。二高新村您知道吗？二高我知道。二高啊，现在还是荒废。你到底跟国产局怎么样的去合作？高雄市政府怎么规划？那么一大片土地在台十一线旁边，它腹地很宽阔，它也有建设在里面，以后可以发展成这个文化产业园区。这专局到底有没有规划？跟委员报告，我是眷福处处长，这跟您报告。这个上次在高雄冈山跟您开会的时候，也跟您报告过了。这个科技树德科技大学，他做完了研究报告之后，二高了，我说二高了，二高村。对了，我讲了半天，二高你还不知道？哎，这个时间可能要再给我十秒钟。这个二高你回去研究一下，是可能不晓得二高在哪里哦。我知道，在官校的后方。到底未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规划？请国防部提供一个详细的评估报告，好不好？是，没问题。好，好。另外啊，这个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推动眷村文化保存条例的。这个局长是，你们可以草拟这个草案，草拟这个草案，我们给你大力支持。好，是，处理眷村文化的保存需要立法，所以拜托你们研拟一个草案来推动眷村文化的保存，所以你们要立个法，眷村文化保存条例。这部长，你们能不能承诺，部长？这我们报委员，这个我们会下去研究。是，部长，你们承诺嘛？我们在一段时间，我们要跟你说半年了，一年时间把眷村文化保存条例把它提到立法院来审查，好不好？牵涉到各地方是。一年之内很宽松了。我尊重委员的提议。好，一年之内了哈。好，最后啊，我问一下军医局吴局长，这吴局长啊，他对这个整体国军医疗体系的资源，我觉得他相当的重视，也相当投入了哈。他上来在这边，我本席对他是高度肯定，但是有几点给建议的哈，是包括在南部、北部，当然这个三总林子华院长他也办得有声有色，哈，所以三总变成北部的一个重要的医疗重镇，但是南部还没有形成像三总这种规模，不管是802或者海总或者是冈山，好，802它是靠近我们许志杰委员的辖区，它是以前这个可以。服务这个陆军官校，海军官校的部分，它有个海总，冈山有冈山这个航校跟这个官校，它有一个冈山空军医院。那整体的资源呢、啊，比起三总还是明显不足啊。这部分局长，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未来怎么策进，怎么样增加对南部这些医疗院所的资源的强化，跟人员的这个培养？是非常谢谢委员对我们军医的肯定啊与支持。我想，这个目前我们，经由那个部里面的长官的支持啊，我们在明年的有大幅的一个明年后年有大幅度的一个预算啊，会增购很多先进的仪器啊，医疗器材是放置在南部的这几个医院里面，所以我们会朝向委员所说的一个目标啊来迈进。这部分请那个委员放心。举一个比方说哈，只有在一分钟就好。举一个比方说。我们三总可以在北部跟龙总跟台大平起平坐，好、哦、是。但南部你不管是802国军总医院，还是冈山空军医院，还是这个海军总医院，都没有办法跟高雄龙总长跟高一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代表说我明显投入的资源还是不够，这部分有点重北轻南。所以整体国军医疗资源的分配啊，我觉得还是要照顾国军在南部的这个，包括三所这个官校，是，还有这边服役的弟兄，是。所以您有没有觉得北部跟南部的这个军事医疗资源的分配还是有一些差别？应该是说我们都是非常重视每一个单位的一个发展。那你愿不愿意承诺在未来在你的任内能够增加对南部医疗院所投资？是，这个没问题。好啊，部长，你们也一起承诺。我们绝对，部长是没问题。
我想这是应该的，全力支持，好不好？是的，好，谢谢，谢谢邱委，谢委，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现场，徐友明委员，徐友明委员，徐友明委员不在现场，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曾永明委，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委员不在，许志杰委员，许志杰请。主席，大家好，我们请冯部长。部长请。徐委员午安。部长好哈。部长，那个呼应一下刚才邱志委员提到的这个眷村文化保存条例哈，希望部长可以尽快啊草拟一个我们国防部的案子，应该是没问题吧？是的。好，这个希望说国防部尽快哈。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部长，我们现在台湾有没有眷村博物馆？有的。在哪里？那个我请那个，不是部长。现在不知道对不对？我知道，没有，是那个报告委员，我是政战局局长，那是民间有这个眷村文化博物馆，在哪里？新竹。新竹是、啊。那里面格局怎么样？还不错。那另外左营那边也有一个，在四海家旁边有一个那个就故事馆，左营故事馆。左营故事馆。对对、啊。那眷村博物馆，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把它做得更完整。是有必要。还有就是，台湾现在有没有军事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你们都一个一个跑上来，部长都不知道。向委员报告，我是部办室代理主任。目前我们正在规划国家军事博物馆，在112年会完成。112年会完成。但是我们现在在那个博爱特区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军事历史博物馆。那我问你，那个军事博物馆里面有没有规划孙立人将军的事？目前我们还在设计阶段，还没有最后定稿。今年是第一年，所以还不清楚。啊，我想问一下部长哈，部长那个孙立人将军，部长知道吧？知道。孙立人将军他的部队在哪里？你知道吗？这点不知道，我是空军的。你是空军的呀？啊。但是这个是台湾重要的军事的历史，其实是空军也应该要知道啊，因为你是部长啊。孙立人将军他带了三支战象回来，哪三支象你知道吗？我知道有一支是在动物园的宁旺，啊、哦，有两支啦，还有他的老婆叫马兰，啊、哦，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对台湾的历史。就是说对林旺跟马兰的印象都是他是属于动物园里面的，不知道他是孙立人将军带过来的。啊，孙立人将军当时从缅甸带了三只战象回来，啊，有一只先过世了，其他的两只林旺马兰一直在变成台北圆山动物园之宝，后来变成台北木栅动物园之宝。事实上林旺的故乡，第一故乡叫做缅甸，第二故乡叫做凤山。啊、是孙立人将军把他带回来，在凤山的黄埔之后才转正给动物园的、啊、所以孙立人将军在台湾的历史我想应该是举足轻重、啊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军事学校大概都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部长知道吗？我知道我们空军官校明年要庆祝80周年。80周年、嗯、我说大部分的军校、啊、可能在早期所有的创立的军校、啊、可能包括兵工学校、炮校、装甲校等等、啊、就大部分的军校大概都是在哪个阶段建立的？部长知道吗？我个人不知道。国防部有没有人知道？要查
我知道国防大学在民国前六年。民国前六年是迁回来的。民国就是我们政府拨迁来台的时候迁过来。对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台湾军事的历史嘛。我希望说部长国防部总也有个人去了解一下吧。我们大部分的军校都在民国三十六年到四十四年这八年里面建立最多，其他的陆陆续续。那这八年之内呢，其实贡献最大的就是孙立人。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军事博物馆还是我们的眷村博物馆，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于我们台湾的军事，对我们台湾眷村的保存的近代的历史，怎么国防部都不清楚呢？那怎么做得好呢？所以我再请教一下部长，如果我们设一个比较具有规模的比较正式的国家级的眷村博物馆，你觉得可不可行，应不应该？应该。所以现在黄埔新村有没有把眷村博物馆设计进去了？报告委员，跟您报告，黄埔新村它现在我们是有在规划做这个国家级博物馆，但我们在今年就已经完成招标了，那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完成它的规划。那我问你，到底有没有把眷村博物馆设计进去嘛？到底有没有？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处长吗？是是，报告委员，我是眷村处处长，跟您报告，我们眷。目前我们现在规划的是国家级或旗舰型的眷村文化园区，那您的指导希望都能够设立这个眷村博物馆，这个部分我们会请我们的规划公司纳入规划。那预计这个在这个月什么时候要结案？我们下半个月就要开期末报告的那个研讨会。里面到底有没有？目前我们已经把它规划进去了。目前把它规划进去是有确定啊？是我们有规划一个拟案是。我已经要求了三年了，监察院也去给国防部纠正，说这个地方应该设一个眷村博物馆。跟委员报告，监察院给我们是建议，希望说国家级或旗舰型的眷村文化园区。我问你，国家级跟旗舰级有什么差别？它有一定的定义，如果是国家级的话，有一定的设定标准。什么？有什么差别啊？这个部分，上次有跟委员报告过，我们会请国家公司来帮我们。提出那些指标，那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那我们想，我们既然已经委托专业公司，就请他来帮我们做规划设计。专业让专业公司设计，我只问你概念，国家级跟旗舰级有什么差别？基本上就是名词上，我的建议是名词上的差别。你都搞不清楚，难怪你就设计不出来啊。国家级那就是以我们中央，我们要求，我们正式。我们处理就叫国家级，旗舰级就够大就好，中央也可以，地方也可以。为什么这个眷村博物馆我一直要求要国家级？你看到现在我第一次到这边来问部长啊，我就是怕部长连这件事都不知道。部长，我看你真的是不知道，对不对？的确是没有忙的这个时间去了解。对，所以这是鞭长莫及了，这个下情应该上达。做幕僚的人应该去，我们重视的案子，你们都没有人跟部长报告，部长怎么会重视呢？报员，那是这个标案是在今年四月份就已经标出去了，所以那时候部长可能还不清楚。是，那部长是什么时候当部长的？五月份是。四月标出去，五月份报当部长，现在几月了？是部长都不用知道，因为他现在，他评估报告还没出来，所以我们本来评估报告，我告诉你啦，评估报告就是没有把眷村博物馆放进去了。我在那边要求说，你再不放进去我一定要来这边要求部长啦。是，所以你们都没有去要求啊。后来处长讲的是，我还私底下把他请过来说，这个国家台湾的重要的眷村的历史，台湾的重要的近代的军事的历史。你们都不重视，国防部都不重视。现在是你是部长，是我是部长。他在问我问题。部长，我再请教你一下，眷村文化的历史、军事文化的历史，我们国防部应不应该要重视？应该要重视，我也是从眷村中间长大的。
我不是眷村长大的，我都这么重视眷村，你眷村长大的，你是不是应该要更重视眷村？对的，对的，委员说的没错。所以眷村博物馆跟军事博物馆，啊，我在这边郑重的、公开的要求部长，啊，关心一下黄埔新村这个案子。监察院都建议了，不动还是不动？我至少讲了十次了。谢谢委员的指导，我们会重视。啊，我希望说，今天咨询之后，啊，部长可以请处长或者是谁负责这个案子，啊，那也去了解一下到底目前的规划是怎么样。我告诉部长，本来叫做典藏文化中心呐，啊。是的。典藏文化中心根本就没有博物馆的格局啦。他就是摆一个位置在那边的，而典藏什么文化？我要的就是国家级。啊，我知道眷户处的立场，跟部长报告一下。眷户处的立场就是，我只要卖了钱，我就可以啦。但是我钱没够啦，你们就把你们要把你们的问题告诉部长嘛。哦，那你们就你们的规划去规划，另外的整个国家级、整个中央级的格局的博物馆，国防部甚至文化部甚至行政院再来想办法嘛。你们不要困在里面，就说你做不到就不做了。这个我非常认同这个委员的意见，我们会重视，好不好？这个事情在这边公开的拜托部长，那也希望说部长可以在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小小的回应。是的，是的，是什么时候？就尽快吧，好吧？我们尽快嘛，尽快。对的，两个礼拜之内，好不好？那个我请政战部快结案了啦，现在再不要求就结案了啦。月底之前可以的，月底可以哈。是的，好，那我就等部长的消息。是，好，希望说把具体的结果先让我知道一下。知道了。好，我至少要知道那个方向对不对？不对，我们要要求啊。对了，我们至少说，哎 ，OK， 这个方向还是可以接受的。好，谢谢指导。你要先知道这个方向，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徐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请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严宽恒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马上就延请。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部长请。茂源武安部长好，今天其实就我们基金的预算呢，不过好像也有很多委员关切到，就是中共军机绕台演训的这个部分，因为现在目前感觉上他们已经是越来越密集，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未来也可能变成是常态性的这样的演训的一个模式。感觉上一次我们好像什么都没做。我这一次好像又说了太多，因为这样好像两次的处理模式是有点冲突的。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特别希望提出来，因为从早上到现在，很多委员关切的这个问题，不过感觉上好像我们国防部还是用很轻松的态度去面对。就目前来说，在美国，其实在2014年，他们针对我们可能中国的军力报告里面有提出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可能使台湾原来的优势都已经被侵蚀或成为负债，而且他可能有能力在未来5年到10年之内对台全面进行全面的军事封锁。所谓全面的军事封锁，就是指台湾的行动自由跟选择将趋近于零。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部长的看法，好不好？简单就好。这个我们非常重视这一些的报道，那么我们也有非常严密的严处，报告完毕。啊，真的很简单。我想请教部长哈，如果因为以中共现在目前他们演训的状态来看，他已经是从点线面，而且不管是陆上、空中、水面、水下，其实它都已经进行全面的一个，这个已经是3D 的一个作战的模式了。可是我们一直针对这样的演训，然后有指出说我们现在都有全面监控，对不对？是的。啊，然后又怎样？
我们全面监控。今天它只是一批量的少数的这样的可能战机啊，不管各方面的来过来，而且都已经绕到我们的东部。未来如果它是十倍量，或者甚至更高，即使我们用飞弹锁定，然后又怎样？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我们希望可以用更严肃的态度去面对哈。现在我们已经有呈现真的是被封锁的现象了。如果未来我们只剩下战力保存，还是等着被接收，这个状况都有可能发生。因为过去刚刚部长也有提到，如果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报告出来，是希望让我们的有为的青年、有志之士可以来从军。过去我相信，如果发生紧急状态的时候，也许会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心，可能想要来保卫国家。可是在过去的年代，你可以拿大刀去对枪炮，大家都敢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可是现在，如果现在叫这些年轻人，你说不知道要给他什么东西去跟人家作战的时候，那种拿大刀对枪炮的那个时代已经不见了。而且现在都是用遥攻，你连敌人都看不到，你也不知道怎么打的情况之下，你到底我们台湾现在我们的整个军力的部署，或者说我们包括我们的战备急需，还包括我们的不对称作战，到底要做什么，你要买什么，我们看不出来。因为从我们现在基金的预算，现在就进来讨论我们的一些我们国防预算跟基金预算好了，刚刚提到的希望国防部可以用审慎严肃的态度面对，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这是一个危机。那另外在基金的预算，其实是国防部非常大宗而且是很复杂的预算，可是每次提出来的预算书都非常的简陋，而且说明也不清楚。先就我们有没有建军的核心，因为我们最近提出来的国防预算的支出，我们的军事战略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可是我们到底要买什么，要怎么花，都已经讲出来了。那这个部分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十年构想一直都很混乱，然后五年的分年预算问题也很多。举我们那个云豹甲车的那个例子来说好了，其实它是用战备急需的预算去做的，对不对？好不容易等了好久，十年过了以后开始做了，结果弊案的发生，或者我们的一些武器系统的研发延误部署，钢板研发遇裂痕什么等等，过去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状况发生，造成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做好。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你过去这样表示，我们所有的各部会的那个联参，大家会都摆开了，你的十年五年所有的计划这些通通不存在。有可能因为520，有可能因为通电话，都改变我们整个一些我们的一些预算的运用跟编列，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目前还没有这种现象出现。现在已经发生了，部长，我刚刚讲的已经很清楚了。你现在我们的预算也排挤掉了、啊，我们有很多各装，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是我们在联参决定的吗？你因为可能有人重视各庄的关系，所以31出来，你不会排挤到其他的预算吗？因为你其他的没有编啊。我们因为国建国造、国际国造，你也会排挤到其他的预算吗？这个是我们现在真正的需求，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军事战略要赶快，之前我在总咨询跟我们委员会咨询的时候也一直提到，也请教部长，我们如果我们军事战略出来了以后，你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嘛。那现在看起来好像都不是，所以基金预算，因为今天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就这个来探讨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预算中心也提到生产事业近年营运绩效欠佳，绩效奖金的发放数却连年的逾预算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绩效上面其实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是可能越来越差，不过我们的奖金却都是超出的。这个部分我想有必要来做一个探讨，要说明一下吗？是委员好，我是军备局代理局长。委员，因为生产智慧基金我们编列的预算是根据我们五年产值计划来编列，在编列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一年中间我们
生产事业单位接获的，就是继续努力向三军啊哈争取订单，然后三军也不断的在做尾这搭，叫我们生产中心做尾制，所以他的预算将来后来结算的时候，他的收入值会超过当初的这个我们预算的编制数。你有讲到一个重点。如果我们三军的一些预算可以交给我们生制中心或者军备局来执行，那当然可能，因为你已经是独占或寡占的了。你如果是开放性的市场，你要跟大家做竞争的时候，如果你不是靠军种这样给你，有可能早就要倒了。因为我们的你只要赔钱的时候，公共预算就会提出来支持嘛。可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预算其实是给中科院的。过去如果由国防部就是我们的一些军种交给军备局的话，军备局又委托中科院来研发，可是他到时候他的委制还是会交给我们军备局或生制中心。现在已经不是，现在有很多大部分是交给中科院。我看院长又要出来了。过去中科院是属于国防部的，那大概计较比较不会那么多，可是现在 不一样。你军备局各方面的绩效越来越差，可是你的奖金的发放是不是一年二十几亿？不，没有了。包委员，我跟你那有多少？因为你是把它拆开的，如果我们把它加起来算，大家都很会放了哈，因为放了很多地方。可是我算起来好像二十几亿。今天没有很多时间让你们说明，因为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还可以探讨。不过就这个部分，刚刚我们提到的，你在发放奖金的时候。它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它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公平的？因为你在奖金的发放上面，我们是就是怎么发的？包委员，对象，我们奖金的发放哈，是其实它发放有一定的规定，它是每个月的剩余成长绩效成长72%来做提列。我们优先满足是聘雇人员，再满足军职人员。好，聘雇人员是每年的不得超过六个月，对，军职人员是4个月，对，包委员。那个我们呢、啊、哈，每年9月哈，我们绩效奖金发放还要经过审计部来做审查后才可以发放，不是说我们想发放就发放。因为你的公式跟发放的标准跟对象是这样，审计单位不会有太多的意见。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分配，就它的比例合不合适，先不讨论了哈。可是就发放的标准，你会造成同工不同酬。我举例来说好了，有很多你在第一线的或者。你的保修官或者一些高专人才，可能他是研发的或者他去销售的，像这样子的人，可是他因为阶级的高低，其实他能分到的奖金不见得比较多。有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的政战官啊，我们的监察官啊，还有保防官，他如果是上校的话，他一个月90,000，他可以领4个月的奖金的时候，他的奖金还是很高。可事实上老实说，他做的事情还真的不多。不过你在第一线的保修官，也许他只是一个上位，一个月领40,000多，可是他分的奖金还是用他的薪资上去乘他的那个部分，所以他领的奖金搞不好都比这些长官的那个还要少，所以其实也造成一些不公平的现象。那大家就不用特别那么积极去做就好了啊。好，这个如果在其他一般的企业或者一些公司行号，其实也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那还有，其实还有像可能还有很多其实是值得探讨的。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在预算的时候再请教各位。那如果不合理的，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些调整。谢谢。谢谢马委员，谢谢部长。本次议程已登记执行委员除不在场之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那本次会议既有刘世芳、吕孙林、钟嘉宾委员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以书面来答复。那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也要或者要求补充资料的部分，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资料在2周内提供。那我们现在就处理预算的解冻案，有3个案子。第一案是有关国防部舰龙级潜舰电站系统性能的提升案。那预算冻结1/10，这个案子，请问各位委员是否同意解冻？好，同意解冻，那我们解冻。第二案，有关中山科学研究院服务成本向下捐助、补助与奖助冻结1000万元案，是否同意解冻？好，同意，谢谢。第三案，有关中山科学研究院公共关系费冻结998.5万元案，是否同意解冻？
同意，谢谢。好，那我们三案都解冻。那星期三我们将继续审查国防部主管的三项基金，我们现在休息。Thank you.